各位網上面嘅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娛樂頻道互動101嘅節目。我係香港海防博物館嘅助理館長 Natalie。咁今日咧係我哋海防館近代東亞海洋與海事網上對談系列嘅最後一場講座。咁講題咧就係近代東亞海軍嘅發展同特點。咁我哋咧好榮幸邀請到身邊嘅三位嘉賓咧，同大家咧對談傾下嘅。咁我首先介紹身邊嘅就係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范永聰博士，你好。咁就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譚家齊博士，大家好。咁到左手邊咧就係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語文及通識教育學院講師曾卓賢博士嘅。好，咁我將時間交俾三位之前咧，都提一提網上面各位朋友，如果大家有任何嘅提問咧，歡迎喺我哋 YouTube channel 下面留言。咁喺講座嘅尾段咧，我哋會有呢個問答嘅環節嘅，咁到時咧三位講者就回答大家嘅問題㗎啦。咁我就唔阻大家咁耐時間啦，將時間交俾三位。唔該曬，提你。唔該曬。咁我等我開始啦。係啊，好。我首先要講啦，即係觀眾而家睇嘅時候，好似好輕鬆咁喺度坐喺度直播，但係咧我哋被直播嘅人咧，我真係覺得自己有一次嗰啲咧以前嗰啲二戰俾人被宣戰或者點咧，全國廣播前嗰啲咁嘅狀況啊，係嘛？即係我哋你嗰啲，因為咧做呢、這個，我最近即係譬如討論即係打戰爭啦，咁啊講戰爭，咁譬如講到譬如丘吉爾啊，譬如戴高樂啊，都做過呢一類型嘅喺電台嘅對全個國嘅人民嘅呢個宣告嘅，即係當時一啲情況。咁啊，你諗下，即係依種就係個戰爭嘅鄭重，就係、是。你必須有準確嘅時間，係準確嘅點，你就要講嗰段説話。咁你就翻唔到轉頭啦，咁就要講，因為以前咧就係直播。咁啊，依個咧亦都講到點解要咁樣開始咧，就係話即係戰爭或者軍事呢樣嘢，同我哋上幾個禮拜或者上一集講到嘅，即係上一集定上一節講到嘅商謀有啲唔同。我哋話商謀咧可以今日做唔到，我哋下禮拜再嚟。可以和氣嚟都得。今日唔係好精神，我哋係啦，和氣嚟，我哋 hea 做啦，做就得啦。咁但係打仗就唔同啦，戰爭就係一個你必須要喺嗰一刻，你就要完成到你最佳嘅狀況嘅。大家要對標噶嘛。係啦，咁你只要有一個失誤或者一個錯誤咧，或者你咁多個環節裏邊其中一啲環節係錯失嘅話咧，你就會唔掂噶啦。咁所以直播同打仗都係，你就係嗰一個時機嗰一剎那咧，你要去做處理。咁啊，今日嘅呢一集啦，我哋都會係咁去做啦。咁我哋大約會喺半個鐘頭之後咧。就會有一個小嘅停頓啦，我哋叫做俾個相你睇下嘅一個部分。咁我哋每半個鐘頭就會停一停，咁咧就用一個好似喺平時我哋做節目嘅即係廣告位嘅方式去做，咁亦都係分咗即係唔同嘅節啦。咁主要我哋主要跟住時序咁去處理近代嘅一啲海軍嘅問題啦，由近代去到一戰前後島嘅海軍嘅問題，咁同埋二戰左右嘅海軍嘅呢個狀況，咁啊圍繞住東亞啦，咁亦都會旁及譬如甚至乎呢個歐洲嘅海戰同亞洲嘅狀況有啲關係，我哋都會去講一度。咁啊，交俾兩位啦，咁大家一齊講下海軍，關於海軍，大家有咩想講咧？我講先啦，即係開始，即係我諗我哋最重要就係。首先就真係你有嗰個利身先啦，呢、這個好重要嘅。我自己就即係我就唔係搞海軍嘅，咁就大家都知道我做乜嘢㗎。你做海軍啊？係咁樣，即係但係對於關於海軍嘅概念，我諗最重要就係可能如果按時段就係、是、我諗一陣間我哋大家都會分享，譬如話我哋可以試下將個 focus 擺喺前近代先。嗯。即係我哋當然今日我哋講個主題近代，但係冇理由將個歷史時段一斬就話我哋就由近代開始啦。咁近代以前都有船噶嘛，咁啊，譬如我自己本身我做韓國史啦，咁可能有場仗，我諗大家一定聽過壬辰倭亂，或者叫萬歷東風之役，或者叫中日朝鮮之役，發生喺1592年。我哋就由呢度開始講，我哋覺得呢個係前近代。如果我哋今日講緊個 region 係東亞，喺東亞個視野入邊，喺18世紀以前，我諗呢場仗應該係最大規模嘅戰爭，即係如果係牽涉到世界大戰啊，係啊，世界大戰嚟喺海洋。咁我哋啲荷蘭人都可能都有參加。係咯。我哋當然會睇到可能中國嘅海軍啦、朝鮮嘅海軍啦、日本嘅海軍啦。咁我就先 focus 講咗韓國先啦。一定有一個好重要嘅迷思叫龜船迷思嘅，即係話阿李舜臣將軍點樣用幾隻龜船就打殘曬日本所有嘅戰艦啦。不過我想講嘅係，其實幾值得注意嘅係壬辰倭亂爆發前韓國嗰個海防嘅狀態。其實我諗好多學者都指出咗個海防基本上係屬於一個歸零嘅狀態。即係幾個重要嘅證據可以睇到，譬如第一，首先，
在戰爭爆發前夕，韓國是派個使節團去探訪日本嘅。咁跟住兩個使節翻嚟交嘅報告係唔同嘅，一個就話一定有仗打，一個係一定冇仗打。咁唔同嘅原因其實因為佢哋兩個分屬兩個不同嘅黨啦，其實個黨爭嘅問題。咁當時嘅韓國就好明顯啊，升平日久啊，啲即係蹲肥咗嘅人咧，就唔相信自己係會有生命危險嘅，你明唔明啊？即係韓國人就唔相信佢哋會俾人打，選擇相信，選擇性相信嗰所謂真相，佢哋覺得係唔會被日本攻擊。咁而事實上，韓國嗰啲邊防，我哋講譬如話被邊師啊嗰啲咁嘅地方，嗰啲機構。對於海防的那個心態是相當之鬆懈，而對於情報的收集亦都是零的，所以結果大家都知道啦，日本豐臣秀吉派大軍嚟，十幾萬人一上岸，三個月朝鮮就八渡輪合啦，跟住先有所謂的歸船咯。我想講少少叮咁多，即、就、係、是、我哋講到話李舜臣很勁的那場明兩戰役，十幾條韓國船就打殘曬百幾隻倭船嗰單嘢，其實。真真正正戰勝的就不是海軍上面的實力，而是李舜臣對於這個全羅道附近的海岸線哪裡有淺灘，哪裡有急流，潮汐的漲退他掌握得很好。全羅道真的是釜山附近，是的，沒錯，那些這地方全羅、慶尚、這兩個最重要的那個海戰的那個領域，那這些這地方其實最特點就是當譬如說天光和天黑呢，其實他的海浪潮汐已經有很大的分野，咁李舜臣其實佢最勁嘅就係掌握到地理，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哋首先喺講海軍前，先要講嘅一樣嘢，就係咩叫海防嘅觀念，同埋對於海洋嘅控制嘅理解。咁喺當時嘅韓國嚟講，其實佢一個半島三面環海，尚且對於海防嘅觀念都如此落後。咁我哋知道中國嘅海岸，東南嘅海岸幾千公里長嘅一個海岸線。但是其實我們一路去到近代，譬如去甲午的時候，我們都還在說中國有陸防海防之爭，其實海軍是什麼一回事呢？是值得大家深思的一點。即是剛才小毛其實講得很好地講了一個早期的我們叫前現代的海戰的一個狀況，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海洋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是一個什麼東西。就簡單講，譬如因為小毛話三面環海個韓國，上岸嘅時候有人拆扣嚟上岸，咁點啊？梗係俾佢上岸啦，係咪啊？即係咁你問題就唔係個岸有咩問題啊嘛，而係你擺咩喺個岸嘅問題。係咁，我個岸冇嘢咪得咯，即係話只要我近岸裏邊係冇嘢俾你搶掠嘅，咁你咪上嚟咯。咁你係鹹水又咁，你咪上嚟咯。咁你要行入去內陸，入到去某啲嘅位置，咁我只要喺嗰啲位置布防，咁我就可以處理個問題啦。即係話。我哋係唔會喺登陸嘅過程或者喺近岸嘅方面去處理呢個防禦，咁同我哋後來對於戰爭嘅諗法就好唔同。我哋可以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我哋舉而家呢個地方，我哋叫海防博物館。海防博物館就係有海防啊嘛，係咪？咁有海防，譬如我哋講嘅即係香港附近嘅海防其中一個地方啦。我哋跳一跳去講，譬如東涌。東涌有東涌炮台，大家知道。咁又炮？係啦，咁東涌炮台就嗰、那個。我哋望珠江口個有個重要嘅意義啦。咁譬如東涌炮台嘅位置，你就知道，佢就係對住個珠江口嘅位置，你就可以望到同埋可以射到炮嘅咁樣。咁大家如果你去過東涌炮台附近，即係大家了對海防興趣，了解東涌炮台附近，佢就係一個依山而建嘅有城牆包圍，一個矮牆都唔係好高，不過即係叫有城牆包圍嘅一個衙門。OK， 佢後邊嗰度咧就可以上一個經住嗰、那個。跨過城牆或者草丘咧，就上咗個山外面。咁簡單講就係，如果有海賊啊，或者有人要去上岸嘅時候咧，佢就喺後邊逃離去走。咁如果有船經過咧，佢就可以用大炮去攻擊。咁同埋咧，佢即係而家起曬樓啦，但係曾經嘅就係一個好開闊嘅海面。咁然後咧，嗰個海面咧前方咧係一個好廣闊嘅沙灘嚟，因為佢一個好闊嘅淺灘。咁所以你要上岸嘅話咧，你要爬淺灘。咁淺灘跑唔快，咁所以佢就有好多時間可以抗擊啦，或者逃走。咁所以呢啲嘅設備你就見到有海防啦，係咪？就唔使擠船喺出邊啦。係啦，咁所以嗰個諗法就係由正話先冇講嘅冇海防，咁就慢慢我哋不如整啲海防啦，咁樣就去睇住個海，或者去守住個海。咁當然呢個演變係好多演變，我哋一陣間會講，但你會見到就係建立一個。海洋的防禦的體系的觀念呢，其實要很多時間和慢慢去想去思考。你剛才講到海軍的情況，但我就想澄清一件事，即海軍呢
我哋根據一啲前輩學者，特別係馬友榮教授啦，係老師啊，馬友榮教授，佢即係強調咧，就係一個高科技嘅兵種嘅。咁喺前現代嘅東亞咧，實際上如果我哋話講海軍咧，我覺得有啲尷尬。咁咪好尷尬，未到到嗰個 level， 咁就即係叫船啊，水師或者係可能即係近岸防禦嘅一啲一啲船隻咁樣啦。咁嗱，啱小毛咧頭先提到韓國嘅，即係喺前現代嘅情況。咁我就覺得可以用一個龜船嚟讓大家有個想像，咁就係個龜甲咧，即係如果龜船有龜甲嘅話咧，個龜甲對住嘅唔係海洋，而係陸地，而係大陸，而係遼東，嚇，即係真正要防禦佢遠壓就係反而喺海洋上邊。咁而咧對住嘅即係韓國就俾日本入侵啦。咁但係日本咧，佢雖然係派咗十幾萬大軍渡海咁樣嚟到去侵略呢、這個即係當時嘅朝鮮咧，喺全河道嗰度上岸。但係個問題係日本啲船咧好渣，渣到不得了，因為好易沉啊！咁日本嘅船咧係點樣嘅咧？即係我哋睇翻唔少考古嘅海洋考古嘅資料咧，係會發現佢啲船係近岸行駛，主要係原本喺瀨戶內海裏邊用嘅船，係用呢啲咁嘅船嚟去做運輸嘅咧，即係基本上係一種運輸艦嚟。咁而咧，佢真正即係如果係對住一啲比較有強嘅火力武裝嘅船咧，其實就一打就爆。咁所以即係明朝當時派去嘅一啲戰船咧，係可以收到好大嘅即係消滅呢日本船隊嘅威力嘅。咁啊，亦都因為佢日本嘅船咧本身唔強咧，咁所以喺呢個朝鮮戰爭當中咧。實際上個制海權就喺明朝朝鮮手中，咁呢個係令佢戰略上邊咧係受到好被動嘅一個影響嘅，咁啊以致到佢增兵唔係咁容易，咁而且喺即係駐守喺朝鮮嘅日本嘅軍隊要補給咧都好難，所以唯有係就地補給咯，就搶嚟搶咯，咁更加唔得呢個朝鮮嘅民心，係啊，咁呢個就係嗰個東亞嘅一啲情況啦。咁我補充一點啊，推前個時代少少咧，我都知道咧喺南宋俾蒙古人消滅之後，忽必烈咧曾經係兩度征討日本，係咁啊征討日本咧係有即係十萬大軍以上嘅。即係咁嘅大部隊去進攻啊！咁啊，呢個遠程嘅進攻係有咁大量嘅人力咧，係一個好驚人嘅舉動。但係啲船係點嘅咧？咁我哋知道日本人就成日吹噓有神風嚇，使到佢哋嘅國家可以得到保存。咁但係亦都係根據好多海洋考古嘅資料咯。咁大概喺福江附近，喺九州嗰個附近嗰啲考古嘅發現咧，就睇到南宋即係嗰啲係蒙古人俘虜咗南宋，然後要用嚟攻打日本嘅船啦。是很渣，基本上是擺耐啲都會沉，所以長期泊在海面上面真的可能一打風就不掂，唔使打風都霉可能嘅，所以係嗱，我想講就係東亞咧，可能到元代和明朝咧，嗰、那個海洋的發展，或者係嗰個對海船建造的重視咧，先開始出現，咁但係海船佢係真係譬如我哋見到喺中國人。起嗰啲叫福船啦，福建嘅船咧，真係幾堅固嘅。咁但係啲船上邊嘅火力咧，又係我哋要考慮嘅另一個因素。即係你有隻比較堅固嘅船，可以行出比較遠嘅海。咁但係等唔等於你會成為一種戰鬥力咧？我哋可能想像海戰啊，即係好似啲羅馬人咁樣撞去，即係撞沉另一隻船。咁但係咧，喺中國古代，我睇咗咁多考古嘅材料。建船的材料咧，都好少見到中國人的戰鬥方式是用撞的方式嚟到去解決敵人。咁所以海戰上邊真的會成為一個戰鬥的即係、就是、有戰鬥嘅情況咯。點樣去打贏打輸呢第一就是真係白人戰，即係走上你嘅船度殺。嗱、呢個就是任神魔亂的時候嘅呢個白人戰啦。咁第二個可能性就是即係用炮擊啦。咁但係用咩炮擊咧？嚇咁又點樣用炮擊咧？直到可能受到西方比較大的影響之前咧，中國人雖然在很早都做了管道火器，咁但係即係實際上應用在海戰的情況咧，我哋見到不是很多甚至乎係真的可能很受到。西方的影響，咁啊呢啲後話啦，我而家暫時唔好講咁多住。係啊，咁啊正話你講到，我都要講啦，喺海防博物館講海軍咧，對我嚟講係絕對係戰驚，戰驚嘅。點解？因為正話咧講啊馬公，因為馬公係我學生，但我係馬公學生啊嘛。咁啊，但我當時教佢主要教都係教《水滸傳》嘅。咁我初時都唔知佢做海軍史啦，同埋對香港嘅啲。
海軍的研究有咁大的貢獻。所以啊，依本書阿嘉齊嘅嘉齊佢噶啦，我自己嗰本就喺屋企啦。咁啊都要講，如果大家對海軍有興趣的話，都歡迎去睇，即係佢馬公的海軍的考據啊，或者個書係好好得意、好有趣，因為佢用緊嘅係頂尖的學術功力，但同一時間咧，佢亦都不即係對於一些做得冇咁好的研究咧，佢都不留情面咁樣去批評同埋鞭撻嘅，強烈炮擊，即係好似正話，即係戰鬥格喎，係近岸炮擊，係啦，咁所以都可以去睇啦。咁當時佢都有帶我哋嚟最初嘅海防博物館度做一啲嘅參觀。咁正話嘉齊講嗰啲緊要嘅一啲嘅點就係、是、當時啲船其實好渣啦。其實因為當時嘅東亞嘅海洋嗰個狀況咧，其實真係冇必要出去，而出去嘅人咧。大部分都是究竟他是走私犯定是海盜定是貿易家，其實中間都很難去講得通，即是他們的差異在哪裡。大家都可能會聽過，即是當時在任同嗰陣前啦，即係譬如即係明貿易其實是日本其中一個很大的爭議點，我們應不應該同明做貿易？嗯，係嘛？咁咁後來發覺同明貿易都有啲好處，咁就繼續做啦。咁而且嗰條航道就是即係由去入明，正話你講嘅納入落海嗰個範圍，去到界港嗰個地方，去做一個咁樣嘅貿易嘅過程。咁所以嗰啲嘅船其實個沉沒率係好高嘅，咁沉咗咪沉咗，當冇存在啦。咁有啲其實亦都係走私嘅程度，即係你上面係有啲官家嘢，但大部分嘅嘢都係即係私人嘅呢個走私嘅部分。咁所以嗰啲嘅船嘅人嘅諗法咧，就唔係起架船嚟去作人同人作戰嘅，而係話點樣可以掩人耳目啦，點樣可以低調啦，點樣喺嗰個海洋生存咗就得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啲船。不是那麼現代諗法的堅固的長期使用可以抵抗衝擊的海軍呢，其實可以能夠理解。所以我們說引申到去在鄭和下西洋之後大約九十幾年之後呢，其實歐洲列強的那些的力量其實已經慢慢進入到東亞的範圍，慢慢上一次的節目都有講過，就是他們的海洋的擴張已經來到東亞。所以無論是葡萄牙啦、荷蘭啦、西班牙啦，呢啲嘅力量咧，其實一漸次咁樣咧，都已經進入到東亞嘅地方咧，嘗試去爭航。所以好多嘅島啦，唔同嘅好多嘅港口，亦都喺呢啲咁嘅情況咧去做展開。咁所以我認為喺東亞嘅海軍嘅話題裏邊咧，亞洲嘅國家其實係 react 多過 proact 嘅，即係一開始我哋面對嘅係，喂，嗰啲嘢已經喺面前行嚟行去咯喎，咁我哋係咪要做咧？咁當然你可以唔做啊，用翻正話。小魔講任神魔亂重運，佢唔想我咪得咯，係咪啊？咁我哋個岸邊唔好理佢，咪搞掂咯。我哋佢唔嚟搞我冇所謂，咁咪繼續喺佢面前行下去。咁但係有啲國家都認為我唔得喎，係咪？我哋開始要處理有關呢個海防、海洋同埋海軍嘅問題。咁啊，即係中國泱泱大國，咁可能呢啲方面都要諗啦，係嘛？佢冇得好似其他小國咁樣話，我可以唔理嘅喎，係嘛？就係、是、咯。所以我阿卓賢頭先提咗一點極重要，就係個 react 啊，即係其實。去到可能我哋進入近代嘅視野啦，即係譬如好似鴉片戰爭咁，即係中國幾時開始突然之間發覺，喂咁長嘅海岸線，原來我哋要理一下佢。如果冇呢一個鴉片貿易，冇鴉片戰爭，冇跟住一連串嘅所謂外務，其實都唔使諗咯，啱唔啱？咁啦，鴉片戰爭嘅時候，即係其中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就係道光皇帝對於長將嘅睇法啦。咁佢有啲詔令俾佢嘅下臣都提到話。喂，我唔掂喎，即係用今日嘅術語講啊，你睇下啲船，啲漁船啊，即係啲 barbarian vessels， 你喺個 coastal area 出面對出少少，行嚟行去喺度遊弋，而你係冇辦法管到佢嘅。咁好啦，長仗打落去，大家都知道船堅炮利嘅影響，咁開始中國去諗點樣去造船，清廷真係要諗造船啦。咁當時各地嘅一啲地方，譬如好似我哋知道，正義將軍奕山啦，祁善啦，或者呢一啲，其實喺鴉片戰爭以後都主理過好多關於造船事業，即係初期造船嘅大臣，佢哋上奏嘅嗰啲奏折都係講到話，我哋要模仿啲漁船。咁即係話模仿漁船可能有兩個方案啦，第一就係買啦，第二就係中國自己做。咁都係用一啲我哋而家喺後來1960年代都見到嘅中國處於即係冷戰入面嘅嗰啲模式，譬如話見到人哋嗰啲唔用嘅衛星啊、戰艦啊買返嚟咁樣拆咗研究下，咁跟住睇下點。咁但係嗰陣時嘅造船其中一個特點就係呢，
當然我哋仲係處於鐵甲船尾係非常普及嘅年代。咁、中國政府清廷政府就喺雲南啦、四川啦，用好多優質木材嚟再重新做木船。咁、但係佢哋原意其實係做一啲好大嘅 size， 可以抵抗英國或者列強西方列強嘅大船。但係礙於譬如話資源啊、技術等等所限咧，各地只能夠做到啲中型嘅船。咁、又有甚者就係牽涉到一啲大嘅問題，譬如南北唔同嘅港口之間嘅一啲地理上，所以geographical setting 嘅一先天嘅隔閡。咁、譬如話道光皇帝一開始其實係想將造船嘅嗰個成個 campaign 咧交俾廣東省做，因為你粵省其實有出海嘅經驗係啦，咁造船佢最叻㗎啦，咁俾佢做好正常。但咁啊發現原來咧喺北方有啲嘅港口嘅城市，譬如好似好明顯執呢一個防衛牛耳嘅大沽，大沽對出嘅嗰啲近海嗰啲岸咧，阿家齊定志其實好淺嘅，好淺粉。咁佢廣東船一落去就已經割錢啦。咁講咩？因為廣東船係好深，好吃水好深，係啦，冇錯。咁所以變咗其實就出現一啲南北之間嘅隔閡，譬如話咁究竟喂大沽嗰邊華北嘅船？是不是應該由越人去做呢？他們未必做到的。咁於是乎呢啲咁樣嘅 campaign 中間有好多嘅阻滯。咁有啲學者就歸咎話呢啲咁嘅阻滯啊、隔閡啊，導致到冇辦法好快趕得切嗰個喺海軍上嘅 modernisation。咁亦都事實上後來就更加苦於鴉片戰爭、南京條約簽訂之後大量嘅賠款啦、清廷財政嘅枯竭啦等等嘅問題，導致到造船上面好似有少少趕不及當時嗰個潮流。其實我哋講到咧，中國人喺鴉片戰爭嘅時候猛然發現西方嘅船堅炮利，咁但係呢樣嘢咧，我哋都要擺翻喺中國歷史個發展嘅過程，長期忽略海洋嘅呢個咁嘅情況嚟去睇。咁大家可能會諗我哋中國人曾經喺海洋發展上面都好輝煌過，譬如鄭和下西洋。咁但係鄭和下西洋時代咧，我哋見到啲船係好巨型，都應該係好堅固嘅。咁但係咧，我哋睇唔到咧喺鄭和下西洋嘅記載裏面佢係會火力好強。咁但係西方人咧喺即係同鄭和時代唔係爭幾遠幾十年之後，佢哋遠程嘅航行已經可以跨過世界上最險惡嘅一個海峽啊，即係個穆斯林海峽嗰度，去到由南經過呢個非洲，然後唔係新穆斯林海峽，好望角，咁經過好望角可以去到印度。印度洋係咁係非常之危險嘅地方。咁所以係啲咩呢？就係歐洲人佢哋造船係非常之堅固。不是很大隻，我們經常見到即有很多人將鄭和下西洋的寶船和西方那些探險的譬如麥哲倫的船去比較，樣就即大西方的小很多，中國人很大，但西方的船是很堅固並且可以走到這麼危險的海洋的領域，再加上是什麼呢？它是很多大炮。係啊，即係嗱，嗰啲嘅船要比較咧，鄭和嘅下西洋嘅船隊咧，喺當時印度洋嘅航海咧都係二數嚟嘅。咁我哋上一集其實都講過，就係當時嘅主要行印度洋嘅船都係啲好細架嘅船。用正話加長嘅講法就係、是，如果你而家睇翻，全部都係渣嘅，即係因為冇需要去起一架好巨型嘅船，咁攞嚟做乜啫？咁你都會沉噶嘛。咁我不如分開三四十架，咁久唔久沉一架，咁我仲有一大堆。咁我重裝裝曬落去，咁我咪即刻破產咯。咁我冇理由裝曬，即係孤住一隻。係嘛？雞蛋梗係分開擺，咁所以大家都會用啲細啲嘅船去做作戰。第二就係、是、如果單兵作戰跳上船嘅，咁船仔咪好咯。咁我可以好多靈活機動咁去做一架大船，俾人螞蟻撈住咁，咪冇路可行咯，係嘛？同埋自然風為動力嘅船，有船帆有船危噶嘛。咁嗰啲嘢爛咗，咁成架船咪玩完。咁我不如分幾廿架去作戰咪仲好。咁所以即係嗰個思維係有唔同。咁點解？即係大明起咁大架船，我就唔明嘅。即係你問我咁，但係即係好威啊嘛，係咪先？教科書話係炫耀國威，唔係但係唔喺度展開太多。如果係有排講，係啊，好就是、一講我哋講到尾㗎啦，講唔到其他嗰啲。我想講，即係佢係二數，係二數，因為佢係冇咁而正話阿家姐都講咗，就係、是、歐洲嘅船因為探險航海啦，同埋發展新大陸之後巨大嘅利潤咧，其實大家係好熱衷於。探險航海啦、為航海啦、遠航航行啦，點樣令到嗰啲船更好啦？同埋大家嘅衝突亦都急劇咁上升，所以加埋加比開好多嘅海盜啦、武裝嘅海盜啦，即係嗰啲其實係
國與國戰爭之下的海盜，即係官方有認證海盜。咁所以其實你必須要武裝自己的船，令到你可以在一個正常狀況做貿易。咁所以其實直接就令到所有的船的武裝力量就提升咗上嚟。咁所以同亞洲嗰個狀況，你唔沉就得，係爭好遠嘅。咁我哋嗰邊就一定要打。咁所以嗰批船同埋嗰個文化發展到咁嘅地步，經過大約八九十年、一百年到，佢入到嚟亞洲嘅時候，佢哋嗰啲船就發覺完全係超越咗喺當時嘅亞洲或者就其實東亞嘅海洋嘅其他嘅力量。咁呢個其實係個發展嘅變化嚟。咪歐洲船嘅火力嘅問題咧，我喺度即係可能俾大家一個參考嘅一個參照點。就是我哋話到喺明末清初嘅時候咧，咁啊，即係滿洲人佢哋攻打中國嘅地嘅時候，咁其實原來明軍啦，同埋清軍啦，再加後嚟可能係好多抵抗嘅南明嘅軍隊啦，佢都係有唔少嘅大炮裝備。咁喺陸戰上面咧，有前輩學者咧都做過研究啦，就話到譬如喺江陰之役，即係江陰圍城戰。咁啊，進攻嘅滿洲人嘅軍隊係有200支紅衣大炮嘅火力嘅重炮，咁啊防守嘅都有成百支，咁所以係一個300支大炮嘅一個作戰。佢護軍啊嘛。係啦，咁但係同時代咧喺歐洲發生緊三十年戰爭裏邊咧最大規模嘅即係圍城炮戰咧，大概雙方加埋嘅大炮都係得150門左右嘅啫。咁就好似似乎中國人咧嗰個火力咧，可能係更勝西方嘅。如果喺明朝嘅晚年、清朝初年，咁但係大家要記住一樣嘢，同時代歐洲嘅戰船上邊，佢哋分分鐘一隻船已經裝備咗上百門大炮。咁大炮未必全部都是紅衣大炮咁樣嘅威力嘅，咁但係都係即係起碼都有一部分係好強威力。咁一隊艦隊嚟到係數以千計嘅大炮，咁呢樣嘢嗰個火力嗰個概念係同陸戰完全唔同。係啊，剛才講得好緊要嘅就係呢一種嘅優勢咧，就導致到你可以做到一個高機動而高火力嘅狀況，而你冇海防嘅話咧，你面對嗰個困境就係俾人近岸炮擊。咁近岸炮擊咧喺鴉片戰爭前係一個好重要嘅概念。你諗下，你冇其他船嘅，佢停喺你個門口，係咁對住你岸上，係咁講，係咁講，好難投降嘅喎。你即係你搭救命咁啫。佢你防唔到，佢你到你召集軍隊啦，我要搞你啦。佢架船已經開咗第二度繼續轟另一個城市，你點樣可以防守咧？係咪啊？我半日就已經即係由廣東省已經去到福建邊邊啦，啊兩三日就已經即係去到南京附近對上海對出，咁我點守啊？我點樣去部署？點樣去做？咁呢個問題就係近岸炮擊嗰個力量就喺呢一類型嘅戰船裏面就發揮呢度出嚟。咁而你冇船去出去同佢打嘅話，佢就會俾佢哋任人魚肉。咁所以你必須要就係諗就係我要起船出去同佢打。咁呢個就可能係由海防城防起啲大炮，已經變成你有建立自己嘅海軍嘅實力嘅一個關鍵嘅一個狀況，亦都係正話陳英你所講嘅由大炮衍生嘅啲問題。咁即係所以我哋如果係鴉片戰爭時代咧，我淨係想講多兩點嘅啫，即係如果唔係我哋又冇時間講落去啊。咁第一就係、到戰爭爆發冇耐咧，其實英國人咧佢已經利用到蒸汽河輪。即係用蒸汽的威力嚟到去喺近岸甚至河流裏邊係可以有機動嘅，即係唔需要靠風力。咁所以佢你頭先阿卓然提到外國船佢喺到中國海岸嗰個靈活性係比我哋想象中更大，即係佢唔係淨係喺唔同嘅城市、唔同嘅岸邊遊走，而係可以隨時向唔同方向唔顧風向，咁並且可以拖埋嗰啲木船啊，咁拖埋即係其實拖啲木船咩意思啊？即係拖啲。上百門大炮嘅炮台，仲有就係，如果有船嘅話，好容易搞散佢嘅啫。其實你有架船撞埋去，或者同佢肥下，佢就唔敢咁放肆。但你就係乜都冇啊嘛，你就係得啲人喺度睇住佢，咁佢先可以做啲咁嘅事。嗱，第二點我想講嘅都係阿馬玉桓先生嘅研究啦。咁就係佢講到咧，英國人當時派去攻打中國嗰啲船係咩嚟？全部都是二三流的火色，即係佢喺佢嘅英帝國艦隊裏邊最差唔多最渣嗰啲嚟到去打，但係即係幾千人到四千人左右啦。中國沿海嘅防守嘅部隊即係可能有幾十萬，咁但係就已經俾人打到一坡碌。咁呢個係咩一回事啊？咁所以清朝個海洋嘅問題對於海疆嘅防禦，其實喺歐洲人嚟到英國人嗰個進攻，
係讓佢哋猛然發現係兩個宇宙咁樣。嗯，啊，即係另一個宇宙嚟嘅一樣嘢。咁其實嗰個震撼程度係不下於日本人見到只黑船。黑船係啊，咁然後突然之間佢哋發現咗原來有咁嘅外國。不過中國人嗰個反應就好得意嘅。哦，咁冇乜嘢啫，即係都唔係好積極改革。嗱，即係呢個都係嗱，我唔係完全即係異議呢個觀點啊。嗱，即係我兩樣嘢，第一樣就係、是、即係譬如喺即係香港嘅歷史博物館，好多嘅館裏面都有呢啲當時鴉片戰爭前後嗰啲英軍嗰啲嘅船嗰啲樣，無論係嗰陣時啲畫啊嗰啲，你會見到嗰啲船就係喺大搖大擺喺你面前行嚟行去嘅，因為你冇海防啊嘛，咁你就好容易俾你可以即係去睇，亦都有當時啲人會畫低啊啲船啊啲樣啊，去點樣去做呢個企啦。第二就係、是、嗱，即係如果係今時今日去諗翻當時，其實大家冷靜落嚟，的確係佢可以繼續喺岸邊行。我哋只要穩守，其實佢真係亦都上唔到岸，或者做到啲乜嘢。我好坦白，你咪炸咯，我有損失啫，我承受損失，其實一樣佢係行到嚟。但係問題唔係唔驚，問題係驚，就係、是、當時嘅管理系統面對住依件新嘅科技嘅時候，可能真係唔知鬼鬼神神，或者睇得妖怪怪，覺得嗰啲嘢係超越咗自己，所以佢驚，而恐懼係令到佢哋喺好多嘅條約嘅討論或者裏邊。即係你就泄咗氣啦，即係你冇辦法係挺起胸膛同佢哋傾一啲話題嘅時候，咁所以好多嘅位置就失機，輸咗第一彈，咁就之後就一直咁樣係試嘅，咁呢個係一個重要問題。咁你諗下，如果而家咁，你咪炸咯，唔係即係咩死好多人都係小塵埃啫嘛，冇事嘅係咪？咁你如果你咁嘅心態，你唔會有事㗎，咁你咪繼續炸咯，咁啊物質嘅損失咪由佢咯，咁但係。當時其實清朝唔係咁睇啊嘛，唔係俾人炸唔得嘅喎，咁我哋要處理，咁你就要面對住一個海軍建立嘅問題。所以一次鴉片戰爭唔夠嘅，第二次所以其實頭先大家提到，譬如黑船，即係陪你扣關啦，我哋叫，咁我哋可以試下想像一下日本當時嗰個震動咯。咁幕府頭先阿卓然講啦，你個管理嘅機制，幕府都已經去到窮途末路㗎啦。咁已經國內已經開始有倒幕嘅聲音。咁你一個管治緊日本呢個國家，處於一個危機嘅 government， 望到一啲近乎係好似我哋而家見到 UFO 嘅狀態，你明唔明啊？你唔知佢做咩？你佢最正嘅係乜嘢？係海軍背後除咗一啲好 technical 嘅嘢之外，應該仲有一啲相關嘅文化討論。譬如我舉個例，點解佢叫做黑船？即係嗰啲乜號、密西西比號咩號都好，其實你遠睇咧一樣啫嘛。你點樣去 classify 邊只船等於邊只船？佢帶嚟嘅震撼就係呢樣嘢就係一個 unclassified 嘅 object，我哋從來冇見過，而我哋唔知佢威力如何。咁跟住國內嘅嗰個態勢唔好，就會導致到有好瘋狂嘅一種想像。譬如話個加藤會唔會單科會唔會 collapse？ 呢個固然係啦。另外最重要嘅就係日本嗰個方佢嘅應變方法就係、是。佢搞自強咯，即係佢開始，因為我哋見到佢見到隔離，以為清廷都輸咗咯喎，喺鴉片戰爭，咁點啊？咁啊之後我哋見到嘅就係、是大政奉還、倒幕，然後開始明治維新。咁我哋而家睇翻就係、是中國喺再經歷埋頭先齊哥講第二次鴉片戰爭，就係 set 嘅，再加埋太平天國，太平天國等等嘅嗰啲危機之後，中國都開始啦。咁所以其實成個1860年代發生嘅東亞。同海防、海軍相關嘅事係乜嘢呢？如果從個文化角度出發，首先第一就係對於外來嘅侮辱或者挑戰嘅一種回應，呢種係被動嘅。第二就係我哋而家由冇到有，我哋開始去無助，我哋開始去現代化，我哋要學習。跟住落嚟個方針係點？咁就係中國嘅中體西用，日本嘅和運洋財。咁但係最重要，我想講嘅就係對於鐵甲船迷思，即係開始你慢慢見到，以為佢西方嘅嗰個科技開始騰飛，鐵甲船開始普及，然後好似頭先齊哥講到，船上面可以裝炮，炮同鐵甲船講埋排水量喺個海洋上面係乜嘢呢？其實個結論就係對於海洋嘅控制，控制咗個海洋，我哋就唔需要再驚嗰啲所謂近岸炮擊啊、炮艦政策、外交嘅東西嘅威脅。咁所以呢一個其實係一個比賽，中國同日本開始進行一個比賽。咁呢個比賽嘅結果就係甲午戰爭。嗯，係啊，即係總結得好喎。嗱，我哋都準備咗一張圖咧，係同大家分享嘅。咁啊，睇下小毛所講嘅架船艦差唔多，係咪？架船艦差唔多。咁啊，即係呢個我知係一個好粗淺嘅睇法，唔係啱嘅，差唔多就係差唔多。咁就但係細節裏面都有啲不同嘅。咁啊，比架船大家睇下。咁啊，一陣間我哋都會再講下嘅。啊，咁啊，再比架船去俾大家去
去睇下，咁啊依架都係出名嘅船。大家好，翻嚟咧，繼續咧講呢個東亞嘅海軍嘅問題。咁啊，大家睇到嗰張圖片嘅船咧，就係重要同埋有名喺甲午戰爭嘅時候，中國嘅船就係定遠號。咁啊，細節嘅部分咧，之後我哋一陣間再會講到定遠嘅啲細節。咁嗱，我哋正話講到嘅就係嗰個第一波嘅亞洲嘅古老帝國啦，咁同呢個即係歐洲列強嘅新興嘅海權嘅一個接觸。咁喺呢個接觸裏面咧，你會見到亞洲嘅力量係措手不及啦，同埋係有呢個混亂啦。咁亦都住面對住內部嘅問題啦，譬如正話都講到日本嘅一個倒幕嘅問題啦，或者其實我哋聽阿小毛講到韓國嘅時候嘅有關即係戰與和啊，有啲嘅問題啦。咁又或者係中國自己本身嘅對於滿洲人嘅管治或者自己漢人嘅衝突之間，亦都因為呢啲嘅外力而有啲嘅激化，有啲激化西方嘅宗教嚇傳咗嚟中國之後嘅變體，咁亦都引申成為即係太平天国嘅一啲嘅戰事。咁呢啲嘅事咧，其實對於普通人嘅傷害嚟講係好巨大嘅即係因為個戰亂好漫長係好持續啦。咁而嗰件事咧係冇完嘅嚇，咁因為有個希望會出嚟啦，我哋就係叫做仰望運動我哋就話不如我哋搞一個洋務去處理嗰個問題。咁其實呢個反應咧，我唔認為係好有問題或者好差。其實好簡單 ，basic 嘅問題就係、是：喂，而家洋人啲嘢咁勁，不如我哋就搞下洋務啦，即係咁樣。咁我哋即係聽好多嗰啲都處理都係咁處理㗎啦，係咪？邊個國家嘅足球比較好，你咪學邊個國家嘅足球啊？咪揾啲教練嚟教兩下咯，咁樣。結果咪再揾另外一個國家再教多兩下咯。結果咪有腳就踢到波。係冇問題嘅，總會出到個美斯出嚟嘅。咁但係即係嗰個問題就係、是、咁樣嘅反應係咪可持續發展咧？同埋喺面對住真正嘅危機或者真正嘅困境嘅時候，佢能唔能夠打出一個漂亮嘅仗咧？咁樣呢日甲午咧就係一個好好嘅一次嘅試驗嚟嘅。咁我先要講啦，即、就、係、是、我嘅基本觀點就係咩咧？我認為仗咧就一場場打嘅，即係咧喺就算而家我哋睇翻必勝必敗嘅仗都好啦。
都要睇個過程，同埋其實唔應該單純就咁咪必勝必敗，我哋應該要認真地諗下，其實中間發生咗啲咩事，佢哋嘅細節係點，同埋真正啲咩位係出咗事。咁我哋要咁樣睇咧，對於戰爭先啱。呢句其實阿麥穗成日都講，即係麥穗次次打仗，佢就講呢句：喂，馬克思，佢將啊，即係麥敬生唔係馬克思。你講，我以為係麥敬生，我都以為你講馬。咁大女，即係我哋老友啦。OK，馬克思可能都係咁講。係都係。仗係一場仗，但你唔可以單純話啊邊個贏緊啊邊個邊，我即係因為好多人都會講話日本贏緊嘅。未打過或者係啦，或者中國輸硬嘅，或者點？你我要睇下細節先得嘅。咁啊細節咧就交俾嘉祥。好啊，嗱，其實我哋講甲午戰爭咧，同埋洋務運動啦，呢兩樣嘢，簡單講就係洋務運動嘅揭盅，佢成唔成功就係甲午戰爭做一個成績表啊，成績表。咁但係洋務運動係咩回事啊？頭先我哋上一節勁講咗咁多東亞嗰啲海洋發展同埋西方有幾勁，我就係想話俾大家聽咧一件事嘅啫。就是西方人的優勢不是突然之間來的，是有400年以上的準備功夫，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但洋務運動是什麼回事呢？就是想在短短幾十年之內將人家那400年的距離追回來。那這件事成不成功呢？同時間在中國和日本都發生，日本人就成功，中國人就不是太成功。那我們即看洋務運動和之後可能甲午海戰的一些細節，我們可以看到為什麼中國人的不成功是在哪裡。其實可能都不是不成功的，只不過日本人太成功了，即我們都要用一個這樣的角度去理解。但 即我們講到甲午戰爭的問題，其實可能有些事我們都要 去思考一下。首先就是這個甲午戰爭，如果我們說它是一場仗的話，我們都要先清楚打仗其實之前其實發生了什麼事。咁有啲咩嘅即係譬如係我哋簡單講一樣嘢啦，咁就係我都睇到唔少嘅即係同甲午戰爭相關嘅文獻啦。咁我哋見到一樣嘢呢，就係喺打甲午戰爭之前呢，清朝政府究竟對日本人有咩理解。咁我有啲日本人佢哋對清朝或者成個東亞格局佢哋有啲咩理解。咁嗱，呢樣嘢點講咧？咁先上一次咧，上一個節目咧，我哋都有提過。咁我有位祖先，佢係喺即係日本做橫濱理事。係啊，橫濱最係列強啊嘛。咁中國最係列強啊。嗰位先人就叫做譚國恩啦。咁譚國恩，佢喺咁多即係喺日本幾年，佢係1893年年尾先因為要守孝咧，翻去廣東嘅啫。咁但係佢之前完全係冇任何發現日本人係準備打仗，係冇任何發現。咁再加上當時即係佢個仔咧，就喺北洋海軍裏邊去工作。咁北洋海軍有超過一次咧探訪日本，即係我哋都有三次啊去咗，好似係啊。總之其中有一兩次咧，佢哋都會參與喺當中。係咁去埋海軍省啊嗰度，即係睇日本人嗰個海軍發展嘅情況，我哋交流，完全冇情報。完全是不知道日本人準備打仗，所以是沒有任何真正的準備功夫，可以說他們的情報系統是完全失敗的。完全失敗再加上一件事是怎樣說呢？就是在甲午戰爭開打前後，李鴻章發現就要準備多些軍艦，所以我們有個很出名的即係李鴻章係向南美啊，或者係其他地方，即係搜購戰艦啦，同日本喺度爭買啲南美艦翻嚟。咁但係有啲咩問題呢？就係喺個過程當中咧，李鴻章係第一係唔知道日本人都喺度同佢搶奪緊戰艦，第二係喺嗰啲戰艦嘅名上面都完全唔知嗰啲戰艦係邊只打邊只。咁咪某個戰艦原來經過某個位置，佢都係唔清楚。咁咩意思呢？就係中國嘅海軍或者中國嗰個情報系統可以提供到俾海軍嘅信息係零，係零。咁佢完全唔知道日本發生緊啲咩事，唔知道海洋裏面發生緊啲咩事。咁你諗下，海軍係喺即係唔係喺自己國家裏面打？其實通常就喺海洋上面離開自己嘅地方去作戰。你冇任何嘅情報網絡，咁係意味住你係處處被動。係啊，嗱，即係喺度講咧一樣嘢，即係我哋而家睇翻咧，就即係依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即係冇乜情報。但係又好調翻轉去諗咧，就係
當時的大清有沒有視到這個盲夷小國是對手呢？即這個其實都是一個 要想的，我們 上一次的節目都有說，我們以一個你剛剛才被黑船打嘛，你剛剛才被列強 去搞嘛，是我都是損失香港澳門這些小地方，我都還 OK 啊，是不是？你那邊都開了關啦，你那邊，那我根本就不放你在眼外。我怎會想到突然間你那麼強？而當時捧人有加上用了第一身的資料都可以講，他根本上在當在其中，直情在日本裏面幾年時間沒有不知道，完全看不到。所以大家的整體的感覺就是沒有想過日本買船回來都不是自衛，買船回來就真的開波了。我從來都沒想過跟你留守，我買回來那麼貴我當然要用啦，就是這樣。你會看到就是那個日本對於船或者海買了回來之後，他怎樣去用那樣東西，那個主動性和那個心態是完全不同。那跟我去理解的整個北洋運動建立一個防禦性的海軍的想法，其實是在基礎上有不同。或者可以補多一個個視野，即是那時候東亞國際那個大概的那個情況。譬如我們後來知道日本有兩次重要的所謂十年計劃，即是他們的帝國議會。咁其實1880年代中就係佢哋所謂開始第一個十年計劃啦。咁啊，其實有冇一個叫做真係假想敵嘅構想呢？後來嘅人就話：哦，佢嘅假想敵就係清廷啦。咁第二次十年計劃就係馬關條約簽訂之後，喺1896年，咁就佢嘅假想敵就係俄國啦。咁但係呢個我哋其實結合咗一個實的的嘅歷史事實，就係1894年甲午戰爭、1904年日俄戰爭嚟到去想像成件事個帝國議會嘅十年計劃。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十年計劃嘅一啲重要嘅 item， 譬如話第二次係好明顯嘅，佢哋要將聯合艦隊翻倍。咁當時最重要當然阿齊哥定咗都係講噸位，即係排水量。排水量嘅嗰個作為一個重要嘅計算，聯合艦隊要翻一倍。咁另外一個重要嘅配套就係譬如話甲午戰爭嘅時候，其實日本有一個面對一個情況，就係佢國內嘅鋼材啊，其實係要 support 成個軍事工業係唔夠嘅。甲午戰爭嘅時候，日本仲同英國不斷買緊鋼。咁所以後來佢哋就喺1901年喺福岡就開咗8番國營製鐵所，就要有自己嘅鋼。咁另一個配套就係控制中國嘅韓冶平啦，即係簽好多借錢俾佢，跟住佢就用啲鐵砂抵押。咁所以韓冶平講緊成70-80%嘅鐵砂，其實都運咗去日本做抵押噶嘛。咁佢咪攞翻中國嘅資源嚟打中國咯。但我想講翻就回應翻兩位頭先講咗好重要一點，就係其實阿齊哥講情報真係好重要。你諗下，其實喺1880年代，日本已經着手經略緊朝鮮，而當時譬如話1884年甲申政變去處理朝鮮嘅政變嘅就係袁世凱。其實袁世凱已經 alert 到日本喺朝鮮嘅野心，起碼擴張緊啦。係，已經擴張緊。然後李鴻章佢已經開始做緊啲所謂以夷制夷嘅政策，譬如話引進朝鮮，介紹啲 friend 你識啦，連丹麥都同佢簽呢個通商條約，目的就係希望利用個國際嘅環境同輿論去制壓住呢個日本喺遠東嘅野心。但係喺情報上仍然係一敗塗地，冇辦法知道原來日本其實佢個 campaign 係做緊啲咩。所以呢個國際環境我哋可以睇到，其實清廷未至於愚昧無知到一個點嘅。但係我諗喺一啲好細節上面，佢哋真係冇辦法去衡量其實日本下一步究竟係點樣。咁唔好忘記我哋仲有何如章、黎樹昌佢哋啲駐日嘅公使，佢哋都收唔到呢啲咁嘅風啦。咁其實係一件好大嘅敗筆啊！唔係，即係恐怖到一個地步係咩咧？嗱，我即係跟住講呢啲點咧，可能帶個大啲嘅問題出嚟，就係當李鴻章佢要喺英國、德國或者係其他嘅地方揾戰艦去補充，即係因為豐島之役已經打咗，係打豐島之役，咁再緊張啲，即係佢一定要去揾一啲新嘅船翻嚟，因為即係佢發現可能中國當時北洋艦隊嘅船嗰啲唔夠快。嚇，或者老舊啲，咁啊要多啲噸位，多啲大炮嚟去對付日本人。咁但係個問題係，當佢喺英國搜求呢個戰艦嘅時候，佢發現咗一個佢之前唔知嘅秘密。其實都唔係咩秘密嚟嘅，英國人都即係呢樣嘢，大家都佢唔需要幫日本人保存。就原來日本已經喺1892年訂咗兩隻戰艦。咁唔止兩隻嘅，但兩隻好重型嘅戰艦嚟到去諗住補充佢嘅軍隊。咁嗰兩隻戰艦就將會大概喺1894至95年之間可以即係差唔多武裝好嘅，如果夠快脆。咁當然啦，咁因為喺甲午戰爭開打咧，英國人就要保持中立，就唔運啲戰艦出去。咁啊禁運。
咁但係嗰兩隻戰艦係咩咧？就是、我哋而家睇翻就叫做富士級，富士級。咁富士級係咩噸位嘅咧？係12000噸。嗱，12000噸係咩概念？就係、是、當時中國最大嘅戰艦啊！頭先我哋喺相裏面見到嘅定遠同埋鎮遠，下佢一級係7200噸級，已經好勁啦，係已經好勁。嗱，日本人咧喺呢個豐島同埋黃海海戰可以投入到嘅戰艦，最大噸位都係4000噸級，即係吉野號，係啊，吉野啊等等，同埋佢所謂三井艦啊，係啊係啊，嚇咁嗰幾隻咧都係即係法國人製嘅，咁、但係都係4000噸級，咁、相對於即係定遠鎮遠就已經好似。唔係好有好有辦法咁樣，咁但係日本人係做緊12000噸級，而喺呢個時間，李鴻章係完全即係喺呢個時，佢發現呢個咁嘅問題之前，係即係完全懵然不知。咁、你諗下，如果日本人係遲兩年先去開打呢個同中國嘅戰爭，咁、個結果會更加一面倒，更加冇得打。即係我，所以我反而諗翻轉頭，點解日本人要喺1894年打呢場仗？即完全係對佢哋唔係好有利嘅，因為如果係過兩年打，係絕對勝券在握，因為清朝係冇諗過買戰艦，亦都冇諗要更新。但老實去講，去到洋務運動嘅時期嘅清朝嘅整體嘅經濟實力，你要去同日本即係喺買船造船上競爭，其實仲係綽綽有餘嘅，仲係有能力可以應付到嘅呢個財力。因為日本當時佢真係血本掉落去海軍度。即係你問我，其實佢哋即係將傾國之力，唔係佢成日講，一陣間等佢係咪嗰個都真係將傾國之力掉落去？所謂鐵甲船迷思啊嘛，佢真係真係掉，但係真係血本就係擺落去海軍度去做建軍，去做呢件事。咁所以嗱，我又調翻轉嚟講啦，你既然付出血本去做呢件事嘅時候，佢一定係想有 reward 嘅，即係佢一定係嗰樣嘢佢係會去用去使用。咁而就係個 mindset 問題啦，你個北洋艦隊咧。擺下咯，係嘛？我哋擺北人擺一個，南人擺一個，點解啊？咁北邊有南洋，南邊有咪擺下咯。咁但係你擺嚟做乜嘢？你諗住做乜嘢咧？喺當時嘅大家嘅列強啊、殖民地啊、擴張嘅帝國主義嘅 mindset 裏邊咧，中國呢一點上而家講翻其實都幾和平，因為冇一個好強嘅擴張嘅概念。我攞咗啲船之後要做乜要點？咁所以你問我作為海軍軍官話喺度做，我哋要防咩人？我哋要做咩戰略嘅目標？我哋要進攻咩目標？我喺睇我自己。即係大家見到嗰啲嘅歷史嘅文件嚟知嘅時候，即係冇乜邊個海軍等下我哋嘅經略係點啊？我哋喺邊度打啊？我哋由邊度打到邊度啊？其實冇中國北洋艦隊裏邊啲人冇乜諗呢啲問題嘅，即係我冇見到好多啊！我哋點樣經略？我哋要建立一個，我將啲人邊度係防衞圈，然後推翻啲人去邊度外邊冇嘅。我哋咪就係擺喺啲船啊，擺喺邊度？咁呢個問題或者呢個觀念上嘅錯失咧，可能喺甲午上係幾大嘅問題。卓然呢點好緊要就係，譬如話我哋睇翻中國敵人啦，日本啦，即係可能譬如稍後少少嘅時間，佢係聯合艦隊嘅總司令東鄉平八郎，佢曾經講過一句説話，都幾反映到日本點樣睇海軍嘅重要性。佢話陸地上嘅事情可以喺海軍度解決，即係其實呢個係咪係幾奠定到或者幾反映到其實由甲午以至後來日俄。即係我哋知道日俄戰爭，譬如好出名嘅旅順戰役，日軍係攻旅順攻咗好耐好耐好耐，都解決唔到個問題，最後都係喺海軍上邊能夠去解決問題。咁所以我哋見到其實日本重視海洋，當然有道理嘅，佢個島國。咁另外，譬如其中一個旁證就係頭先提過第二次十年計劃。咁其實日本都係好著力去經營台灣。咁台灣攞咗啦，馬關條約之後，咁呢個島其實對日本有咩重要性咧？我哋可能去睇幾樣嘢。第一，譬如佢喺台灣上面搞鐵道咯，然後佢經營台灣嘅軍一啲重要嘅海港，當然呢個海港亦都有駐軍咯。咁另外就係利用台灣島鏈嗰個所謂重要嘅 setting 去控制南太平洋一帶近西呢個海域，佢可以著眼控制到嘅地方。咁另外就有一個，譬如頭先我哋成日講嘅，即係嗰個野史啊，即係頭先你話日本究竟點樣血本啊？譬如舉個例，我哋成日都聽嘅明治天皇媽咪，當時日本舉國為咗買隻吉野號4000噸排水量，明治天皇媽媽當埋啲珠寶嚟賣，即係你聽呢個故仔聽咗好多年，錯唔曬啦！明治天皇即係堅喎，嗱佢童年嘅時候，明治天皇咧。玩嗰啲玩具全部都係軍事咯，海軍應該船去玩噶嘛。係啊，咁啊見到即係真係佢又揾仲喺度噶，咁玩。咁所以其實就係細個就你玩呢啲，你玩呢啲，即係你大個就諗下點樣打啦。嗰個所謂 level power
其實對於日本嚟講嗰個重要性，同埋佢哋係完全將成個自強嘅想像放咗喺個聯合艦隊嘅憧憬上面。咁呢樣嘢我諗同中國睇海軍係有好大分別。係啊，有之後咧有一個船嘅啲 technical 嘅問題，一陣間啊，嘉齊要做。係嗰啲有一點咧，要處理嘅就係咩咧？嗱，我哋一直以嚟講嗰啲嘅船上嘅大炮咧，其實細節嚟講有好幾種唔同嘅形式嘅。嗱，有一種嘅大炮咧係曲射炮。即係曲射炮咧，就係用有個拋物線去打落去嘅。咁以前打嗰啲木船嘅時候咧，呢啲炮都幾有威力，同埋有威力，有威力。即係可以好遠就可以打到佢。咁你諗下，如果你打好遠咁打到架船，然後打穿咗佢個船嘅甲板啊，打咧，其實你就可以唔使近距離做咩作戰，佢都已經可能就恐嚇或者走咗。咁然後近嘅時候咧，就可能係船側邊嘅一啲嘅大炮，就係近距離直線射嘅。咁就係用船側邊嘅呢個大炮去做。咁所以。當然嗰啲大炮嘅口径啦、射程都有唔同微妙嘅差異。嗱，咁一直以嚟都係咁打，因為我可以打長打短，我有長劍有弓箭咁啊，贏曬啦，咁我乜都有嘛。但後來發現我點解要咁做呢？即係嗰啲嘅船嘅艦隊慢慢發展到個問題就係，我哋真正做嘅作戰，我哋做一次甲船嘅時候，你啲咩曲射炮打到落嚟彈走咗啦，即係你嗰啲嘅嘢根本就唔 work 嘅啦，冇用嘅。咁我點解要整一啲細嘅炮，有啲大嘅炮去做呢？點解啊？因為船的大炮的最大問題就是命中率低，你諗下，其實你能夠理解架船喐噶嘛？咁你射的時候，梗係好容易就係射咗落海噶啦。咁你大炮數量有限噶嘛？你不斷咁開炮，你乜都冇咯。咁所以我哋會唔會諗下，喂，我哋整一架好勁嘅、好大嘅船，全部都係同樣射程、同樣威力嘅大炮，可以做到一個所謂主炮砰一次嘅射，全部一齊射。咁好似蜜蜂竇咁，總會中㗎，係嘛？咁英國就話：喂，有一諗。係嘛？咁有邊一種船就係創造咗呢種形式嘅新嘅世界船呢？就陳英講嘅無畏號啊！我哋咁快講到無畏號，講下差唔多啦，講少少先啦。補一補先，補一補先。補一補先，因為有一啲嘢我諗要講一講噶。咁就係講到甲午戰爭嘅時候，買船情報，即係買船啦。講到富士級嗰啲問題，我想強調一點，就係小毛頭先講日本嗰啲建船嘅十年計劃。其實佢可能喺甲午戰爭之前嗰、那個一直都係覺得清朝唔係嘢嚟，佢嗰12000吨級其實係完全超乎對付清朝嘅需要，對付全世界都得啦。基本上佢都係打佢係啦。咁嗱，頭先我哋問題就係點解1894年要開打呢場甲午戰爭？因為係日本人主動出擊嘅，佢可以唔打嘅。係嘛？咁係佢選擇去打嘅。咁嗱，而喺個裝備上邊唔係最有利於佢，因為佢再過兩年就有更好嘅裝備。咁而咧，即係喺當時其實佢哋都自己個計算得一半一半。海戰必勝嘅陸戰必勝，海戰就真係一半一半。咁而海戰輸咗係好大問題嘅，因為陸軍有幾勁都可以渡唔到海，制海權喺人哋度。咁即係所以個戰場會好被動。咁嗱呢個咁嘅情況咧，我哋去睇就係佢嘅假想敵絕對係俄羅斯。俄國，佢已經係喺甲午前夕準備打嘅，唔係清朝。清朝只不過係喺佢眼前其中一個障礙物。所以其實係有道理嘅呢個推測，因為佢打大佬舊係啊，因為1894年前後其實就係俄國勢力開始南進去朝鮮嘅時候，佢要保住已經有嘅嘢，佢要鬥快。係啊。係啊，同埋之前都有講到，即係佢一睇過一兩年裏面成個日本嘅傳媒嘅同好唔同啊，即刻變嘅，就係、是、你嘅即係先輩啱啱離開，其實成個報紙嘅氣氛就已經亂曬啦，就即刻呢啲咁嘅中國人以前就係嚟做生意嘅人，而家即刻就係話有問題啊，係啊，傾向右翼咗嘅，成個右翼化嘅。咁所以呢個嘅情況就係見到同埋喺度啦。咁另外就係正話都有講到嗰啲嘅日本嗰啲船真係唔係好好啦。咁馬公當時都講到好咩嘅，佢講到好盡嘅，就話：喂，日本嗰啲船有幾架渣嗰啲啊，真係好渣嘅咋。佢話濫竽充數都唔可以計入去軍隊裏邊，真係打得其實一兩架係。係，即係日軍咁你正話你又講到有啲型嘅，有啲嘅船其實好弱小嘅，係咪？唔係嗱，呢度我真係驚講太多。係唔緊要，你講少少，少少。我呢度講一講啦。咁就係即係我哋其實甲午戰爭係可以話係中國軍迷啊，或者係我哋講中國近代史裏邊一個好重要嘅話題。咁但係我哋即係頭先我想講嗰一點就係我哋唔好太過
覺得浪漫化呢件事係諗住日本針對中國打，咁、其實日本針對嘅唔係中國，中國都唔係佢眼中係對手嘅，嚇，即係佢整體嘅藍圖喺後面，所以點解日俄戰爭其實佢哋準備嘅係超過一場戰爭嘅準備嚟，咁呢個係即係似其實佢要同西方列強爭霸嗰個野心係。是一直係喺度計劃嘅，用幾十年功夫。咁、第二樣嘢，我想講，即係頭先阿卓然提到嗰啲日本嗰啲船嘅問題。咁啊，即係我特別引阿馬友桓老師嘅一個講法啦。咁就係、日本當時嘅主力咧，其實係即係所謂嘅三景艦，即係用咗三個日本嘅景點嚟到去命名嘅幾艘戰艦。嗰幾艘戰艦咧都係4000吨级。咁4000吨级就係、我相對於定遠鎮遠嘅7000吨级啦，咁就唔係好大。咁但係呢幾艘船咧，都係法國人做，法國人去設計建造。咁啊，並且法國咧喺日本成個海軍嘅發展過程裏面咧，係投入好多，即係教日本人去起船廠啊，去點樣去做軍艦啊。咁啊，設計師又同佢哋嗰啲日本嘅學生一齊去設計啊，咁樣。咁係即係讓日本人吸收咗好多經驗。咁好啦，咁但係嗰幾隻法國建造嘅或者係佢哋去設計嘅船咧，有啲咩特點咧？就係佢哋都係每隻船得一支主炮嘅啫。嗰支主炮係即係相對係固定，咁其實就諗住一炮過咧係可以將定遠鎮遠嗰啲炸沉。呢個就係佢哋一個概念，即係所以呢幾隻船就有三隻船，三支主炮。咁但係馬公嘅研究就係睇佢實喺艦裏面嘅實戰咧，幾隻都係冇用。幾隻冇用嘅原因係因為佢哋要成個鐘先可以裝到一炮，咁並且打唔中定遠鎮遠。咁即係可以話佢個命中率係奇低嘅。咁但係即係阿馬友桓教授睇甲午戰爭嗰啲記錄咧，裏面去睇嗰啲船嘅作戰嘅情況咧，佢仲講咗一點，就是、日本人嗰個開炮率係好低。咁即係相對於清朝嘅軍隊，即係海軍佢哋打中日本嘅情況咧，其實清朝嘅海軍係即係可能中日本嘅情況仲多啲添，但係打唔沉日本啲船，因為打唔到要害。咁但係日本人打唔得好多炮，反而全部就打只褲啊！係啦係啦，即係呢個係咪好彩？好難講啦。咁但係即係阿馬公佢重點係想講日本嘅表現都係好差，不過清朝更差。不過南啲更差。係啊，即係當時嗰啲船咧，處於一個你話1850、1860、1870、1880、1890呢幾十年嘅船嘅轉變咧，係幾年就一變噶嘛。係啊，咁即係話嗰只法國嗰啲船裝咗船頭啊嘛，支炮，即係佢正前方。咪有支裝喺船尾好怪。咁你可以即係佢當時解釋好簡單啫。你試下你喺個浮緊嘅面，咁你個船有側浪噶嘛，你梗係咁喐噶嘛，你咁啊。咁如果你支炮裝正前方嘅話，你點可以瞄準咧？即係你冇可能可以喺一個你自己喺度浮緊嘅狀況之下，你可以打到。咁你結果你個設計本身就有問題啦。佢話咁同埋嗰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喺前方開炮嘅話，你開完炮你咪睇唔到嘢咯。咪佢一個蚊子船嘅概念。係啦，咁你嗰啲咪，所以佢話好多呢啲嘅觀念上嘅革新咧，導致個問題就係、是、實戰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唔係好知嗰架船係咪真係得嘅。咁所以無論係中國嘅新嘅由英德買翻嚟嘅船，或者係日本有啲喺法國買翻嚟嘅船咧，其實喺列強嘅眼中咧，都係睇住嚟試驗場嘅。佢哋自你問佢。我都係搏下㗎咋，即係我自己都唔知得唔得，咁你打完咪知得唔得咯。咁所以既有所以大家表現差嘅部分，咁第二同一時間亦都有，即係嗰種創新或者好多變化啫。其實每一方其實都冇真係好把握到嗰架船係咪真係 work 或者真係做。咁而過幾年又新一批船出嚟咧，其實嗰個海軍嘅面貌已經完全有變化。咪你大家諗下，其實即係當時日本嘅艦隊4000吨级已經係最大嘅。咁但係我哋咪話日本同埋中國都係爭要喺南美買船嘅，譬如阿根廷啊、巴西啊嗰啲，佢哋最大嘅戰艦係6000吨级，即係如果佢哋係買嗰啲，即係巴西、阿根廷都勁過日本嘅其實，即係其實日本或者清朝嗰個艦隊喺好多人話佢哋全世界排名好高，其實都係好一般嘅。咁但係即係我就係想講咧，頭先我哋即係交代一啲細節咧。就是日本人他戰勝到清朝咧，無疑是他哋可能技高一籌。但係兩者咧喺整個東亞嗰個戰場上面嘅表現咧，都其實都幾強差人意。
咁尤其是係即係日本，其實都話可以話係好多運氣嘅成分，即係贏呢場仗。咁但係咧，即係頭先阿小毛頭提到阿東坑平八郎咧，佢有個講法，就係海戰就可以解決到陸地嘅問題。咁但係喺中日嘅甲午戰爭裏面咧，其實實際上解決問題嘅咧就唔係海戰，係陸戰，係陸戰。原因好簡單嘅，日本嘅船咧都係打唔沉鎮遠啊定遠。因為他哋嗰啲大炮都是不掂，咁呢個係即係事實證明，如果中國人嗰、那個即係戰略主動啲，其實呢場仗未必輸啊。咁、那個問題係咩呢，就是中國啲船咧，全部退曬去威海圍。係呢、這個真係大問題。喺威海圍裏邊咧，咁即係如果呢個地方好好防守嚇，咁、啊、佢可能大家都想保住啲船啊嘛。但日本人咧，佢雖然係攻唔入呢個威海圍，或者唔可以用戰船嚟到去戰勝威海圍裏邊戰艦。但係佢哋做啲乜？就係佢哋陸戰上面必勝啊嘛！係啊，佢哋真係即係攻陷呢個威海圍附近嘅炮台，用翻中國嘅威海炮台嘅炮打中國啲船嚇。咁啊，即係呢個戰勝嘅局面其實係咁樣形成。係啊，我只要鎖到你嘅戰鬥力量喺一個固定嘅地方，其實海軍已經冇乜作用。正話都講好多次，海軍就係喐先強，即係佢可以流動，你無法去固定去防守。你擺咗喺一個固定嘅地方。其實在戰略上面，我知道困住你。如果陸軍繼續推進嘅話，已經搞掂啦。咁你咁我已經好安穩地可以將任何地方都係我即係、就是、當時日軍嘅一個掌握。咁所以遺憾啦，只能夠講啊，喺無論係水陸並進嘅作戰嘅觀念啊，或者話點樣去做一個海防嘅觀念啊，喺當時嘅北人艦隊咧係有啲即係強差人意係見到。咁又當然都有啲嘅細節啦。咁即係譬如馬公都成日都強調喺嗰個管理系統裏面語言嘅重要性，即係佢好多時嗰啲嘅外來嘅協助你嘅技術人員都係講英文為主嘅，咁而當時丁宇昌佢可能英文唔係好熟悉，咁所以佢處理好多嘅交流溝通問題或者係指揮嘅時候咧，有陣時不得要領啊，咁所以呢啲嘅溝通系統啊、管理系統啊、情報上嘅問題嘅差異咧，咁最後導致嗰個嘅比較差嘅局面都係喺度，咁啊。幕後都係要講一講，因為呢個係重要嘅，即、就、係、是、船艦嘅演變，去到嗰陣時咧，基本上就定落嚟，都係咁嘅樣上下嘅樣子啦，戰艦。咁我哋即係講武衛號嘅時候，其實武衛號就係1906年咧，1906年英國人首先即係創新嘅一種新型嘅戰船，新型嘅戰船就係佢裝甲係厚好多。咁啊，火炮嘅火力勁好多，即係基本上就係將所有喺無畏號之前嘅戰艦咧，變成咗玩具或者古董。係啊，同埋正話都有講到，就係所有嘅炮其實鑽石同一種類型嘅炮，就冇再以前咁幾種唔同嘅炮啊，擺曬喺架船度啊啲咁嘅情況。咁所以再做咗好多同以前唔同嘅主炮齊射嘅模式啊，射到嘅威力亦都強好多，命中率亦都高很多。同埋距離遠好多啦。咁嗱，即係無畏號大概個概念就係16000吨級以上。咁啊，即係頭先我哋講到日本嘅富士號啊，即係富士級咧，大概12000吨級。咁喺1890年代咧，其實12000吨級可能係即係差唔多最大嘅。咁但係即係而家一跳就去到1900年代咧。就去到16000吨級以上，咁、那個概念繼續落去就係無畏號，跟住有超無畏號，咁啊即係嗰個大概去到40000吨，咁啊大和號就係即係歷史上最大嘅戰列艦啦，咁啊去到70000吨級嘅、70000几吨級，咁啊即係呢個係我哋要去理解嗰個戰艦噸位發展嗰個歷史。係啊，即係同埋點解正話即係我哋要講嗰個無畏號，就係話嗰個激烈嘅演變，嗰、那個船艦嘅演變，大家去到無畏號咧就固定落嚟嘅。即係我哋話之前我哋摸索緊一架戰艦，一個海軍嘅戰列艦應該去點樣處理，或者真係個主力作戰力量係點處理？咁去到無畏號嘅時候咧，大抵咧佢就被固定咗落嚟係咁樣啦。咁剩翻嘅可能就係噸位嘅差異。咁而我哋一陣間講嘅話題咧，我哋而家到嚟俾幅圖又俾大家睇下，再睇啦，再睇一次，我哋定遠未講完，一陣間仲會再講。啊，俾大家睇完之後，我哋講嘅話題就係依一種由無畏號建立嘅所謂基本嘅戰艦模式，又俾點樣俾另一種更加新型嘅思想嘅諗法同埋戰爭嘅諗法而推翻嘅。咁啊，我哋而家再睇多次張圖先啊，又俾大家唞一唞啊，咁啊去做。
咧，好啦，繼續翻嚟咧講嗰個有關東亞海軍嘅問題。正話都有講到，即係仗一場場打啦。咁你見到途中宏偉嘅定遠浩如啊，即係話嘉祥所講，其實喺日本嘅船艦裏面冇一架係噸位啊、戰鬥能力啊，同佢去有得比較。咁啊，所以打敗啦，其實多少都有一啲嘅運氣嘅成分，亦都係仗一場場打。總之喺戰爭嘅場面裏面咧，運氣永遠都係一個都幾緊要嘅元素嚟嘅。你問我喺好多次嘅戰爭裏面，我睇到嘅戰史裏面咧，好多都係啲突發嘅情況啊，將帥嘅意外啊，好影響到一啲戰爭嘅面前嘅走向。咁正話都有講到，即係武衛號之後咧，戰艦嘅發展咧就開始定落嚟，咁而變成咧就更加多咧係一個噸位嘅增足或者增加咧，大家去比拼嘅。嗯，喂，嗱，即係頭先我哋提過嗰個問題咧，就係講到日本嘅船，其實佢如果係拖長嚟去講咧，只會越嚟越勁，清朝咧只會越嚟越落後嘅啫。咁即係我哋都要去理解，就係就算即使喺甲午戰爭裏面咧，清朝可能喺戰役上面僥倖打贏，但係如果呢場仗係拖落去嘅，或者係日本人佢唔肯投降啊，唔肯認輸，即係積住去贏，咁係因為佢未來會有更多嘅即係大嘅戰艦投入，其實可能長遠嚟講個優勢都應該喺日本嗰方面。咁呢個係因為關涉到你會唔會傾全國嘅能力咧，嚟擺喺戰艦上面。咁我哋頭先講到嗰個無畏號嘅發展啦，軍備嘅競賽啦，咁我哋就要理解一件事：所有呢啲戰艦都係極端昂貴，非常貴。咁你唔可以求求其其，你諗住好似即係叫做有啲花瓶咁樣喺度，即係買翻嚟就算。你係要用好多國家嘅經濟實力先可以去買得到呢啲咁嘅船。咁所以係即係譬如我哋講到英國、德國佢哋咧喺一次大戰之前咧，其實其中一個爆發點，即係點解會搞到佢打仗咧，就係大家喺嗰個無畏號上面喺度鬥造戰啊，都係軍備競賽。但係即係呢啲咁嘅國家咧，佢哋係將自己國家裏面大部分嘅資源咧放咗喺海軍嘅發展上面。咁嗱，我想講嘅係咩咧？如果中國咧喺甲午之後跟住呢個遊戲玩咧，佢點玩啊？日本人攞到中國嗰兩億兩嘅賠款，佢哋可以愛嚟買船，係可以買戰艦，即係之前嗰啲戰爭嗰啲數有數找。咁但係咧，清朝佢個能力咧係相對好有限。咁唔好講1900年嗰個義和團又要賠一大筆啊！咁呢啲都係即係使到咧佢嗰個財政資源咧係相對枯竭，好難去即係做到大型嘅，即係追住嗰、那個。無畏艦級或者係總之向呢個咁嘅軍備競賽去，同埋你對手咧，你如果你輸咗俾日本，上有俄國啱啱打輸嘅打俾人打贏嘅一個日本喺隔離，下邊全部都係啲英國嘅殖民地喺下邊，你玩咩咧？即係你想打去邊？即係做擴張咧？咁其實亦都係無從可行嘅，即係去一個方向。咁所以海條路咧喺當時晚清嘅處境，其實都真係幾難行。做又唔係，唔做又唔係。海軍就一定要重建㗎啦。喺甲午之後，咁大家都知道個海權嘅保障係好重要。咁但係要同日本人啊，或者係同其他列強爭日之長短咧，大家都知道，即係當時清朝嘅官員咧，大概都明白係冇咁嘅可能。即係保護到自己就已經好好㗎啦。咁我自己做嘅研究咧，咁就係即係頭先我提過有位先人就做呢個日本嘅叫橫濱利士啦。咁但係即係另一位佢個仔咧，就後屘做咗中國嘅清朝海軍部嘅部長咁咧佢就做啲乜咧？咁嗰位就叫譚學恆啦。咁譚學恆咧，佢就大概喺宣統年間啦即係溥儀做皇帝嘅時代咧，就即係去處理呢個海軍部。咁佢裏面就要去重建海軍咧，其實真係談何容易。咁啊，談何容易咧？佢哋就睇咗兩個參照點。第一個參照點就係即係睇翻自己喺甲午戰爭嘅表現咁就即係發現你如果係即係要用重型戰艦嚟到去同人對決咧，嗰個財力上邊啊嗰啲都係即係捉襟見肘。第二樣佢哋嘅參照點咧，就係1904至1905年發生嘅日俄戰爭。日俄戰爭咧，其實係帶嚟咗咧，即係喺海軍戰術上邊咧一啲好大嘅轉變。咁日俄戰爭重要嘅，即係我哋都睇到日本係贏啦。咁但係日本點樣贏俄國嘅咧？就好多時候唔係靠大炮嚟到去打贏，係靠水雷去打贏。
咁啊，並且咧，即係喺打沉或者係戰艦與戰艦嘅對決咧，咁喺甲午戰爭咧，中日嘅艦隻咧，大概個戰鬥距離係4公里左右。咁但係咧，喺日俄戰爭裏邊咧，由於有水雷嘅威脅啦，咁所以戰艦與戰艦之間嗰個距離咧，係推到大概3倍嘅，係10幾公里嘅，啊，即係超過13公里咁樣。嗯咁啊，即係用咁嘅一個戰鬥距離嚟去作戰。咁你著戰艦，如果係大家相距係4000米，咁，那個大炮嗰個射程係唔需要太遠，係嘛？嗰，那個口徑可能就係要考慮喺呢個咁嘅距離裏面可唔可以爆破敵人。咁，嗯，但係而家係3倍以上嘅距離，咁所以點解係要越嚟越大嘅戰艦？點解要無畏級？就因為大家嗰個作戰距離係拉遠。咁啊，並且你咁遠嘅距離，仲要可以破到人哋甲嘅，咁，你自然嗰，那個即係惡性循環就係越嚟越大，嗰啲船嗰啲炮就越嚟越重。咁嗱，咁而近打咧就會俾人魚雷打沉。咁，呢個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新嘅喺呢個日俄戰爭之後發展出嚟嗰個作戰嗰個形勢。係啊，我哋話即係無論係水雷啦、魚雷啦，呢啲嘅喺水底嘅武器咧，對於船嚟講威脅之大嘅原因係咩咧？就係，是，之前嘅大炮真係打面嘅啫，即係其實咧，點解之前啲定遠啲打嘅都打唔沉？就因為你喺面度炸，其實冇影響個船體嘅基本嘅，即係佢基本上可以繼續可以堅持可以運作。但你只要打穿咗個船底嘅船艙嘅話咧，喺舊嘅船嘅裏邊咧，佢冇所謂隔離艙嘅，即係簡單講咧，佢成個船嘅船底嘅空氣嘅部分咧同一個格仔，咁你打穿咗咧，其實就玩完噶啦，即係只係沉沒，即係時間嘅問題。以我所理解咧，好多個船咧係高速沉沒嘅，可以喺10分鐘以內就成架船就沉啦。咁基本上你係冇逃生啊、求生乜都冇，只要你打穿咗個船艙，入水，其實你就架船就已經係完結。咁所以亦都衍生到啲問題啦。我要救命嘅時候，我就要等下啲分離嘅船艙啊、船底裏面要有分啲格啊。咁我打穿咗一格，咁啊8格裏面有一格爆咗，咁啊仲有7格啊，咁都仲頂得住啊。咁所以你嗰啲嘅船咧，慢慢就有一個演變啊，同埋一個進展咧，就開始出現咗出嚟。咁呢個都係海軍一啲嘅演變咧。咁頭先提到無畏級，其實就係因為咁嘅一個軍事形勢嘅改變啦。咁，但係咧，中國人咧。其實面對住類咁嘅處境，即係大家想象啊，頭先我講到無畏艦係1906年即係落下水啦，咁然後德國啊、法國啊、意大利啊等等國家咧都跟中國咧，要喺呢段時間重建海軍，咁有其實有計劃嘅，啊都有計劃會起啲12000吨级啊咁樣，咁但係即係基本上喺甲午至到辛亥革命之間咧，中國人成功可以購置或者係去整到最大嘅船咧。就是4000吨级嘅，咁係即有兩艘英國嘅船係海旗同埋海天，咁呢兩艘，但係好慘，即係其中一艘喺嚟到中國喺長江口嘅竹礁沉咗啲，即係今日即係離曬譜，咁啊即係其實咁我就我阿太公就佢係即係負責呢啲咁嘅艦嘅監造嘅過程，所以就喺英國裏面。即係喺嗰陣時間留學，即係送貨嘅時候，你的包裹已經沉沒。唔係，你的包裹已經沉沒。但係點解即係一個佢相對係好年輕嘅，因為係40歲到就已經做呢個海軍服務嘅副部長。咁啊，但係佢發生啲咩事咧？就係點解咁巴閉咧？就是、因為佢喺外國咧係學識最新嘅當時嘅水雷嘅技術。即係佢專攻水雷學。咁啊，而佢後嚟咧喺即係海軍部嘅工作咧。咁啊，除咗向外買戰艦之外咧，就係向清朝嘅皇室啦，咁啊同埋去向各地推介嗰個水雷嘅戰術。咁就係呢個係咩方法咧？就係強調用最平嘅方式嚟可以保證到海防個安全性，即係起碼封咗個海港都爭遠先啦。嚇嚇，咁即係嗱，但係4000吨级係最大嘅船。咁喺甲午之後到辛亥革命之間，大概清朝向外買咗20幾隻船啦。咁但係大部分都係魚雷艇，即係同埋係炮艦嚟，咁啊驅逐艦嚟，咁巡航艦就即係頭先我講嗰啲級數，即係有啲2000吨级咁樣，咁但係即係大部分都係比較細嘅船，咁意味住啲乜咧？就係、是、當時喺清朝至民國之間要建立嘅海軍，都係一個近岸防禦，唔係諗住同即係海岸巡邏隊嘅級數嚟。係啦係啦，咁但係就即係呢個唯有 make sense 嘅地方就係因為你唔可能同人哋。在那些重艦上面去爭鬥，
我諗呢個都延伸落去，就係譬如去到民國咧，即係睇到啲資料關於民國時期海軍都處於一個重建嘅狀態咯。咁佢哋送完去外國讀書好，或者民國時期開一啲重要嘅海軍學校，佢哋都開始有一個好高度嘅一個專科化嘅情況。譬如話頭先兩位提到水雷，即係魚雷嘅應用啦。咁另外除咗譬如話一戰期間，好明顯，譬如有開始有潛艇啦。咁另外仲有譬如話一啲無線電嘅技術啦。咁中國嘅海軍都展現一個比較新嘅專門化嘅發展，即係有啲學校係譬如話係專攻做呢、這、一個輪船嘅，有啲係專係教航行操控，有啲學校係專攻無線電技術嘅，有啲係專做呢一個海軍上面裝配嘅各種軍備。咁你都見到其實佢都跟大體跟住個 trend 嘅，但係礙於財務啊各樣種種嘅限制，的確係好難做到啲即係好先進啊，或者無畏級，佢就更加唔好諗啦。其實有啲四千燈嘅，我覺得都已經相當唔錯。不過你睇得下，你啲包裹已經沉沒，就真係慘啲嘅。唔係，但嗱，我哋講到呢個位咧，就係大概去到1900年代咧，中國同日本咧嗰個海軍嘅發展咧，咁都因應嗰個甲午戰爭嘅成敗咧係有分別嘅。咁但係中國咧就傾向都係維持翻近岸防禦。咁而日本人個海軍發展咧，就要同列強去爭霸，即係佢同列強之一啦。呢個係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即係1900大概一個好重要嘅轉捩點。咁同埋我又想講一樣嘢，大家有冇發覺我哋喺頭先提過咁多嘅海軍啊嗰啲海權嘅發展裏面咧，有一個重要嘅角色我哋冇提嘅，就係美國。美國美國咁美國佢可能喺1870年代啊嗰啲時間，佢掛住自己打南北戰爭啦，咁冇乜時間去理其他啦。咁啊，即係都採取一個比較孤立啲嘅政策，佢中立嘅政策，咁就即係遠離歐洲嗰啲紛擾。咁但係到大家都喺度玩緊呢個無畏級嘅前夕啦。咁美國人就做緊啲乜嘢咧？咁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咧，都喺度諗緊點解到1910年代左右，咁因為清朝海軍部咧，佢要購置裝備啦，佢向咩人去揾咧？咁就唔向英國，唔向德國，咁亦都唔向法國。法國佢其實好大壓子印，我陣間有機會再講啦。咁但係即係因為佢幫入咁多日本人，係啊。但係點解法國人會幫日本人咧？咁插一插嘴啊！1885年發生啲咩事？就係中法戰爭咯。中法戰爭。咁1885年同埋1894年之間，嗰法國人佢哋同中國係好大壓子印，即係兩者係即係你中國人係唔會向法國買裝備咁樣。即係呢個係一個比較重要嘅考慮。咁但係即係我都諗緊點解淨係專向美國人去買裝備咧？喺1910年代係咁就係主要嘅原因係因為法國英國同埋德國咧，佢哋當時係無下將佢哋嗰個海軍生產力係做外銷。因為他們在忙緊啲咩？忙緊起無畏艦啊嘛，係啊係啊，所以嗰時英國起德國起四艘無畏艦，英國要起五艘嘅，要多過佢嘅，好似斯洛同美斯，同埋英國人佢原本嗰個政策係咩啊嘛？係要多過佢嘅敵人一倍啊嘛，冇錯，嚇佢嘅戰艦，咁但係即係實際上就係即係搞唔掂啦，德國人追得好快。咁但係就喺呢段咁嘅時間咧，喺大概1910年左右咧，原來即係中國都係有計劃向外國購置大量嘅裝備嘅，咁啊，但係嗰個購置嘅對象就係美國啦，紐約嘅大都會船廠啦。我嗰陣時睇過啲記錄嗰啲檔案啦，就係裏邊佢大都會船廠即係派人去訓練埋佢中國嗰啲船員啦，咁啊提供裝備啊等等，咁係一個好好嘅配套嚟嘅。咁美國咧就係喺呢個時間開始都加入埋嗰個海洋軍備競賽。咁啊，從此咧，咁啊，喺呢個一次大戰之後咧，就更加係凌駕於英國咯，成為最大嘅海權國家啊。咁嗱，就講到呢度咧，咁我諗講中國嘅情況咧，可能都差唔多啦。咁但係有一點想提啊，就係頭先我哋提到嗰個德國同埋英國咧，佢哋有軍備競賽啦，咁啊，大家鬥起呢個無畏艦啊嘛。咁結果點樣咧？射曬佢咯。結果喺一次大戰咧，咁我就喺一次大戰當中咧。就發生了一場很主要的海戰，那場很主要的海戰咧，嗱呢個離開東亞啦，去咗歐洲，就喺丹麥附近咧有個日德蘭海戰，咁就係德國嘅佢哋嘅主力艦隊咧要出去諗住同英國人咧即係做決戰，
咁啊，結果點樣咧？結果其實如果喺戰術上咧，都係德國贏嘅。嗯，德國贏，但係佢沉咗一艘，即係俾人俾英國擊沉咗一艘戰列艦啦。咁但係佢打沉咗英國啦，可四艘，我唔記得四艘定五艘啦。咁但係咧，德軍咧，德國嘅海軍咧，喺打贏呢個戰術上邊嘅勝利之後咧，佢哋都係撤退翻去，跟住唔敢再出嚟。咁原因係咩？即係一戰嗰個狀況，英國喺歷史嘅原因，佢個海上嘅優勢一直都喺度。即係簡單咁講，佢會認為你個成個根本上成個海都係屬於英國嘅。咁所以即係德國就算喺佢有啲係運氣啦，有啲係船員嘅操控嘅得意啦。咁所以就算係打贏得比較英國多，打沉得多咧，其實英國嘅總體嘅數量優勢都依然喺度。簡單講就係、是、你就算你打贏咗都冇用，因為當時嘅軍備競賽已經展現咗出現嘅情況，就係你個總體嘅國力、政治實力、生產能力已經呈現到就係我總數量已經多過你咯。你打贏一兩次，其實英國嘅本即係冇傷到根本嘅。咁但係如果再困多幾下咧，德國嘅嗰、那個海軍嘅部隊咧，可能就會損失非常慘重。咁所以德國亦都冇喺海上面再嘗試去挑釁英國。咁而且後嚟都演變成為即係嗰個陸軍嘅拉鋸嘅非常之嚴重啦。咁一戰裏面嗰個傷害上災害性啊，德法之間嘅事，我諗大家都即係略知一二。咁所以亦都冇再喺海上面有個大戰。咁但係點解加齊要講長戰咧？就是、因為嗰無畏號互相去打啊，即係戰艦去互射啲咁浪漫嘅場景。雖然係打仗死好多人，但係真係戰爭嘅喜歡戰爭嘅歷史嘅人覺得啲浪漫嘅場景咧，就其實真係呢一次嘅。咁其他時候都冇再好似類型咁大規模嘅，即係直至二戰喺太平洋海戰，其實都真係戰艦護軍嘅海戰，其實就之後都冇乜發生。係啦，咁呢個就係所以嗰個嘅海上嘅防禦啊，或者海洋嘅問題咧，亦都有啲嘅演變嘅。咁後來即有啲尾聲都可以提一提嘅，即因為都尾嘅部分啦。即後來嘅戰爭嘅演變咧，或者無畏號形式嘅終結咧，就係二戰裏邊呢個細節啦。咁其中有一場就係馬來亞海戰。咁嗰時咧就啱啱打咗珍珠港幾日嘅啫。咁如果你大家有印象咧，就打完珍珠港之後咧，其實好快咧就向新加坡同埋香港就侵略啦。咁其實就喺香港前夕十幾日前咧，就喺馬來亞就打海，即係十月頭嘅時候。咁當時咧英國嘅部隊咧就冇 aware 到有空防。咁當時佢哋認為咧，咁成個海成個東亞海洋新加坡都係英國，我使乜防咧？我驚你。咁有兩架大型嘅戰艦，都係啲超無畏號好強嘅戰艦嚟。咁但係當時嘅日本咧就係用啲嘅即係空中嘅立體戰爭去做嘅。咁而呢一個無論係陸上嘅攻擊機又好啦，偷襲珍珠港裏面嘅海洋艦隊又好咧，全部都係由山本五十六訓練。三百六十六一邊訓陸攻擊，即係陸上嘅攻基地嘅攻擊機，咁就喺越南嗰邊咁上下就出發，咁就去攻炸泊喺即係馬來亞海面對出嘅英國嘅兩架戰艦。咁你可以基本上咧打活靶嘅啫，嗰啲嘅攻擊機掉落嚟係咁炸掉，正話請所講嘅魚雷，基本上係冇任何似樣嘅反擊係做得到，咁兩架戰艦就迅速地沉完之後，嗰兩架戰艦最係丘吉爾海軍嘅時候派過，發覺我派兩架佢轉眼冇去咗冇咗。佢朝頭早佢話朝頭早起身第一個收到嘅消息，因為時差，收到消息就係兩架戰艦沉咗。你嘅船沉咗。我話咁啦，大英帝國亞洲已經冇船啦。佢話係啊，大英帝國亞洲冇船，美國啲船啱啱沉曬喺珍珠港，咁做啲咩剩低？咁佢就當時就係一個好震撼嘅一個狀況。咁而且亦都代表咗一樣嘢就係咩啊？正我哋所講啲咩無畏號啊、大戰艦啊、巨型嘅大炮啊終結，因為你空中嘅空軍。你冇理過，冇空防咁，所以亦都演變嘅時候，可能大家好聽過嘅可姆林嘅戰爭啊、索敵啊、情報啊呢、這個諗法嘅一個戰爭。所以中國建立一個可姆林部隊，點解有一個重要性？大家諗就係呢個新嘅海洋思維。咁但係係咪下一次嘅？如果希望唔會發生啦，就係、是、如果有戰爭嘅時候，係咪再咁打咧？真係唔知道。不過最後一場強打啦嚇，咁就係、是、希望有生之年都見唔到啦。咁啊，呢個就係我對海軍嘅諗法啦。所以大家見到就係水雷嘅出現，可能係導致咗一次嘅好大嘅演變，導致咗無畏艦嘅即係仲係有標準嘅定立。咁但係即係可能係立體嘅戰爭，係飛機
同埋水雷飛機加水雷喺呢個戰爭上邊嘅應用，咁就使到原來嗰啲無畏級、超無畏級等等，哪怕你到大和號級，都個裝甲幾好都好，都係啊，都已經係唔同曬。即係所以嗰個戰爭嗰個技術嘅演化，係對於個結果會產生一個真係好直接嘅，同埋個人諗點諗去用嗰啲武器啊。我哋成日都始終係器物，係。我哋成日強調就係咩啊嘛？咁日本就係喺即係轟炸珍珠港頭嗰年幾兩年，佢係係威係勢。但係當全世界特別佢嘅對手美國都用類似嘅方法，有類似嘅概念，咁大家就係硬碰硬鬥功力。咁就係邊個嗰個軍事嗰個生產力啊強啲嚇？邊個多啲飛機，最後唔係贏咯？你咁多 B-29。東京大轟炸，差唔多，差唔多，差唔多。所以我會話就係你海防或者海軍嘅建軍啊發展啊，去到最後去到現代嘅時候，其實就簡單講就已經變成一個總體國力啊、經濟實力啊、政治嘅力量嘅一個競賽。咁所以其實講到尾咧，就係嗰個總體嘅生產力咧，已經變成咗超越一切嘅一個重要性。咁所以海軍亦都演變成一個全個國家嘅一個發展嘅其中一環，佢就唔再係我哋可以投出血本，佢而家個海軍就可以得到啲咩嘅部分，而係你要整體嘅國家嘅發展係點樣去做。咁我哋今日亦都可以差唔多嚟到依度。交翻個台俾主持人。好，唔該曬三位。咁咧喺講座當中咧，你收到唔少嘅觀眾嘅提問嘅喎。咁而家我就逐一讀出啦。咁希望三位解答嘅。咁咧第一位觀眾佢就問啦，頭先你咪 show 咗一張相俾我哋睇啦。咁佢見到當中嗰隻定遠號咧，係有個大煙通喺中間。其實係咪一個蒸汽船嚟嘅咧？即係咪用蒸汽推動嘅咧？係啊，當時都係打炮啦，加強啦。係啊，即係煤燒燒煤燒煤嘅蒸汽艦啦，嚇係咁樣嘅動力啦。咁都有啲即係喺個船嘅動力發展上邊咧，都可以略為提少少嘢嚇。即係除咗講個鍋爐佢點樣，同埋佢點樣影響到個馬力之外咧，其實喺船隻嘅發展度咧，特別係喺19世紀至20世紀之間咧，係出現咗個技術上邊嘅變化。咁技術上嘅變化咧，就係即係大家想象原本個鍋爐就係燒煤，然後可能或者用其他燃料啦，咁然後推動嗰、那個即係直接係機械地推動嗰個引擎嚇。咁但係咧，到喺大概19世紀後期同埋20世紀初期咧，就變咗咧嗰個鍋爐咧係一個發電機，佢係推動一個即係發電，然後係推動個 generator 咧，等佢喐嘅。咁呢個就係類似而家嗰啲運能車咁樣啊。嗰、那個引擎就係愛嚟做發電機嘅角色啊。咁但係真正嗰係個 motor 咧，就唔係嗰個引擎。咁又另外觀眾問啦，咁頭先主要都係講中國同埋日本嘅海軍，咁其實喺東亞其他嘅地方，其實有冇一啲國家都有發展過啲海軍嘅或者海防嘅事咧？如果你話講真的，喺近代嚟講咧，喺東亞地區，我哋應該可以有兩個意嚟睇嘅。一個就係頭先我哋一開始講緊，對於西力東佔反應嘅時候，位於東亞最重要嘅國家，的確就係中國同日本。咁另外一層意義就係我哋頭先都提到好多，就係列強西方列強係擺咗喺東亞，影響到東亞呢兩個大國家嘅一啲國家嘅勢力。譬如我哋頭先有提到俄國咯。咁當然你話，譬如我哋講到日俄戰爭，我哋都知道俄國調過嚟嘅波羅的海艦隊，咁樣呢一個其實我哋知道，譬如話喺黃海啊，或者係呂遜對出嘅呢啲激烈嘅海戰啊，其實俄國嘅海軍都扮演重要嘅角色。咁除咗係呢個俄國之外，當然都有英國咯。咁你又譬如話中當講東亞地區最重要嘅三個成員國，當然係韓國啦。但韓國嘅海軍老實講都係要去到好當代。即係而家我哋知道韓國特別喺解放之後啦，即係佢哋大韓民國光復之後，佢哋喺美國嘅扶植底下，佢哋會有一啲巡洋艦啊，或者係一啲比較高級數嘅海軍。咁韓國個 case 幾特別嘅，值得講就係、是，因為譬如好似我自己睇，我睇海軍就係、是，正如頭先林美大家講，其實海軍係一啲好 technical 嘅器物，但其實海軍背後有好多好符號性嘅嘢，譬如韓國而家最勁嘅戰艦就係嗰啲咩李舜臣號啊、世宗大王號，即係你都可以見到，其實佢標示佢命名嗰個戰艦嘅名嘅背後，其實有好強嘅一啲民族主義嘅元素喺度。
咁我諗其實除咗中日韓以外，值得注意嘅就係後邊嘅其他嘅西方列強喺東亞地方。咁當然都唔能夠缺少咗頭先齊哥最後提美國。因為去到1910年代嘅都可以稍稍補一補，就係譬如話英日同盟都開始慢慢出現一啲少少嘅質疑啊。譬如話我哋知道去到1921年咧，太平洋嘅嗰個會議咧，其實就係美國佢哋喺背後主導，嘗試去控制日本喺遠東嘅擴張。係啊，即係華盛頓條約。華盛頓條約係冇錯。咁啊，華盛頓條約嘅最重要出嚟嘅就係一個 scale 啦，即係當美國同埋英國可以有10艘船嘅時候，日本人只能夠得5艘。係啊，咁呢個其實好明顯，佢係要開始嘗試控制日本喺遠東過分同埋過分迅速嘅一個大規模嘅擴張。咁而事實上，1901年美國攞咗菲律賓作為一個殖民地基地之後，其實佢哋喺太平洋都已經抌咗好多嘅資源同埋注視落嚟。咁呢個我諗，所以除咗其實東亞，我哋一般都係講中日韓啦。咁另外值得大家注意嘅就係列強自19世紀末以後擺喺東亞嘅嗰啲海軍嘅實力，呢個都係好值得注意嘅地方。嗯，即係有一點都可以講啊！我真係因為印象太稀，即係好遠之前啊，馬公嘅研究去講，即係不過得意嘅。1997年咧，即係香港有4架嘅船艦係作為主要嘅海軍嘅。咁咧就係唔知叫咩海燕啊，有幾個四架船。咁嗰四架船咧就實質上喺90年代都係做反走私嘅，即係咁樣。咁然後咧1997年就賣咗啦，梗係賣啦，英國梗係賣咗佢，唔通留俾你係咪先？係咪？咁賣之後咧，賣咗俾東南亞，唔記得咗邊個國家，就成為佢哋嘅主力嘅主力艦係嘛？係啊，即係佢用咗好耐啦。咁然後就成為咗都即係唔記得係越南定係邊度嘅主力艦。咁啊，繼續服役，繼續運作，咁啊，好仲好健壯咁繼續運作。咁即係馬公當時嘅講法就係話，海軍容易搞咩？唔容易搞嘅，大陸難搞嘅，即係唔係咁點？做乜要咁調翻轉問題？做乜要搞先？嗯，係嘛？亦所以正話我哋討論咁耐嗰個清朝嗰個問題就係，其實如果完全唔搞，係嘛？未必真係結局爭嘅。嗯，同埋補充多一點啦，就係講近代東亞嘅海軍嘅問題咧。咁首先就係嗰個有冇啲東亞國家係臨海嘅，係有可能性㗎啦。咁並且佢係即係喺西方列強嘅侵襲之下，佢係咪仲係獨立國家？即係唯一可能可以再去講有話題嘅就係泰國，泰國咯，係咯，佢發展海軍就唔係好積極嘅，都唔可以話係有即係近代係有任何比較重要嘅海洋嘅角色咯。即係以馬來亞聯邦都係英國軍。我哋而家對於 East Asia 嘅觀念有少少唔同，即係你話如果喺二次大戰前嘅東亞嘅觀念，一般我哋都係真係講緊漢字文化圈入邊，即係中日韓呢幾個國家，對最多包埋可能越南。咁我哋叫一個所謂 East Asia 嘅一個 concept。但係去到今日，我哋睇到可能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嗰啲，譬如頭先阿齊哥提到泰國，又或者近當今起飛得比較大嘅係越南咯，喺軍力上，其實都可以擠入中東亞嘅視野咯。但係所以應該可以睇唔同嘅時段嚟到去再即係咩？嗰啲可能政治史啦多啲啦。係啦，當代國際關係咯。好，好。咁有觀眾又問啦，咁其實咧講咗清朝嘅時代咧，即係可能海軍即係比較弱勢之外咧，咁近岸嘅海防設施咧，比其他軍隊攻擊嘅時候咧，佢嘅防禦效果咧就似乎都係好差嘅，即係清代嘅時候。咁其實一個國家嘅海軍發展咧，即係除咗佢艦隊之外啦，佢哋近岸嘅啲防衛嘅設施嘅優劣咧，其實係咪兩者都有直接嘅關係咧？有冇？咁我講兩句先啦。咁嗱，我哋講到喺甲午戰爭其實最緊要的一個勝負的關鍵就是那些中國沿海的炮台的翼手問題即如果譬如在威海衛的炮台是可以發揮到它的威力的，那日本人起碼都不可以攻陷到這個海港，而在裡面的船呢可能都是安全，那這個是那個炮台的關鍵性，所以炮台的失守就是間接甚至是直接使到北洋海軍崩潰 的原因來。咁而咧喺甲午之後咧，清朝個海軍重建咧，我哋見到買船唔係好多，但係佢做得最多嘅係咩咧？就係發展沿海嘅炮台，咁即係唔同嘅地方有炮台嘅選址啊等等，即係最低限度係做到外國嘅戰艦唔可以好容易去進入中國嘅海港同埋河流咁呢個係即係當時清朝想去發展嘅
或者係去即係將個防禦變成重點嘅一個方向。咁咧，另外一個觀眾咧有提問啦。日本海軍咧喺十九世紀末興起之後咧，對東亞海洋嘅軍事平衡有咩影響？咁西方列強又點樣應對咧？咁哇，好大喎、啊！好大啊！但係好多好玩。正我哋多少都有講到，有提到嘅，有提到嘅，即係但係呢個題目係好大嘅題目啦。即係如果講真，如果真係睇成個我哋講緊日本帝國嘅擴張，應該可能有啲重要嘅 phase 有啲階段。一般嚟講 ，historian 會將甲午同日俄睇成係佢第一階段嘅擴張嘅完成。係、嗯，咁日本其實當時其主力海軍，正如頭先阿齊哥都講咗，其實陸軍係好重要嘅決定性嘅關鍵。因為1910年以後，日本吞併咗韓國，攞咗南滿洲，其實就係佢後來發展成個大東亞政策一個好重要嘅根基。但係呢個政策後來如果要跟海軍有關嘅咧，應該要去到1920年代以後，特別是所謂呢一個南清艦隊啊，開始慢慢實行，佢哋係想喺南太平洋鞏固佢哋個勢力，以至去到二次大戰嘅後期。咁呢一個其實就已經係破壞曬個平衡嘅基本上。但係當然美國嘅加入係對於太平洋嗰個重視咧，就會係一個制衡呢一個獨攬。嗰、那個海洋制海權嘅一個好重要嘅力量。咁係啦，即係由正話成日都講得核心嘅，就係、是、日本嘅陸軍同埋海軍嘅問題，其實即係由明治去到二戰，係啊，即係根本上係關鍵核心嚟嘅。要喺呢度講講唔到。咁但係華盛頓條約嘅出現，同埋後來英日同盟嘅解體，同埋日本退出華盛頓條約，係啊，然後日本同這個嘅蘇聯簽密約，呢啲嘅部分你都見到嗰個演變係慢慢出嚟嘅，即係佢點樣本來同英國係拍住相，英國係借住日本嚟幫助制衡東亞，然後慢慢成為第一個要防嘅係日本，到演變成為日本已經唔理你，你列強同蘇聯傾好偈，咁我哋就準備開波，去幾次嘅演變你會見到喺度，咁但係中間睇下細節，而家。未係好可以，但可能大嘅格局就係咁，大格局就係咁樣咯。的確係日本個海軍，尤其喺1940年代以前嗰個大嘅擴張，佢反映用三本五十六嘅講法就係三本五十六一直都唔想打一場日本嘅海軍嘅擴張嘅戰爭，但係陸軍一定要打。係啊，因為三本五十六本身喺1930年代差啲被暗殺嘅，即係佢死得㗎啦。陸軍當時你一係就暗殺啲海軍，一係就自己撤伏，好難搞嘅。總之好難。真係好癲啊！班友，一點可能可以觀眾朋友可以再注意嘅就係日本嘅軍事嘅發展背後，其實有好多政治唔同嘅勢力喺度鬥爭，海軍、陸軍、內閣其實全部都唔啱，甚至乎我哋知道嘅就係918號、77盧溝橋號，其實佢哋嘅事變嘅爆發，以至到跟住落嚟嘅處理，佢啲中下層軍官者嚟好多唔同嘅派系，唔係最高決策有計劃，係啦係啦係啦，唔係係咁所以呢一點其實都可以再留意咯，除咗係嗰個軍事嘅勢力之外。好，咁我繼續都係關於日本嘅問題喎。咁咧就有觀眾就講啦，咁頭先有講到日本喺甲午戰爭之前咧，早已經唔將清廷放喺眼內，係點解咧？咁其實都未正式打過，係咪因為日本嘅情報好強？咪根本係唔同次元啊！即係日本嘅情報強到係對除咗對清朝嘅情況瞭如指掌，亦都對歐洲最新嘅嗰啲軍事嘅發展掌握得好緊要嘅。咁即係舉一個情況啦，即係唔係淨係情報啊？日本點樣去準備佢嘅海軍嘅咧？咁就係嗰啲海軍人員嗰個訓練啊，同埋歷練嘅問題。咁即係都係根據馬友桓教授佢嘅講法啦。咁就係清朝咧，佢派去譬如英國受訓嘅一啲比較重要嘅成員，譬如阿劉寶蟬咁樣啦。咁佢哋喺英國翻嚟之後咧，就即刻可以被委派到去做最大嘅戰艦嘅管帶啊，或者係可能做一啲好高級嘅職位。咁但係日本咧，譬如東鄉平八郎咁樣，東鄉佢嗰個歷練係點樣咧？係做咗好多年咧，係啲好細嘅，好細因嘅嗰啲，同埋係不斷咁樣換唔同嘅戰艦，又會做下陸上嘅職位，又做陸軍。咁佢個歷練係好唔同，咁所以喺個人才培養方面，即係又唔同啦。咁同埋日本咧，佢哋喺即係除咗佢有情報人員喺唔同地方去搜集資料之外咧，咁即係亦都佢哋係好有系統咁樣去將西方最新出版嘅海軍嘅期刊啊、著作啊，
即係去翻譯同埋，即係本身佢哋好多海軍省嘅人都係會識睇外文啊，即係咁樣吸收啲海港嘅資訊。講兩點啦，一點就係XXX DNA 啦，即係有陣時咧強國嘅問題或者強隊足球嘅問題就係、是。佢哋啲成啲名宿會出嚟講話咧，我哋而家咁搞咧就冇咗啲乜乜 DNA 嘅，即係我覺得呢啲有係有問題嘅。即係簡單講就係，如果你嗰個改革嗰個負擔係太重咧，係冇辦法做改革。咁楊武嘅問題係缺點就喺呢度，即係你如果你後邊好多人扯你後腿嘅，我哋有咁嘅傳統，我哋有乜嘢，你冇人做嘅喎，係嘛？咁我而家教波有教練喺度，咁啲名宿喺度話你自己點點咁，咁點帶隊嘅冇得做。咁但係日本咧冇呢啲問題喎，即係。少好多呢啲嘢，咁同埋佢哋天皇話咁啊咁啊咁啊行啦咁樣，咁同埋呢個第一，第二點就係咩咧？明治嘅時候咧，幾即係我哋倒幕啊！我哋話明治即係倒幕嘅時候咧，核心嘅倒幕嘅力量咧，基本上全部都係新派啲近住九州啦、鹿儿岛啦，即係新派啲嘅幾邊嘅人。咁、而嗰批嘅人物咧，其實如果你知咧，長沙啦，兩邊啦，肥前同埋土座係啊，基本上加埋土座啦，土座係啊，基本上三個咧就係所有嘅後來幾任嘅日本嘅軍事嘅領導人嘅代源嚟嘅，包括東山平八郎啦，薩摩啊最重要，係咯，咁所以其實來來去都係嗰班人，咁嗰班人就係新思想外來接收人，咁所以嗰班人就係咁運作噶啦。咁而如果你對日本歷史或者日本政治啊歷史你了解，其實嗰、那個。長殺的力量，長州殺魔派的力量，其實今時今日很多任的首相都是繼續是那邊的人來的。這個當然講多了歷史，即是已經超越了歷史的範圍，但我想講的就是這個視野，他們去這樣想的世界觀，跟當時的滿洲大清的想法就真的差天共地。就算很多可能漢族的人或者有很多新思想新法去外國留學，真的頂那班他真係揸住咩滿清 DNA 嘅話，你好難可以運作落去。咁所以依個問題，我諗係幾多問題㗎？即係近代史裏面就係依個係，我覺得係幾關鍵。可能我都好兩點小回應就係、是、的確其實日本對於中國嘅認識，如果係講緊甲午戰爭爆發前，對應中國對日本嘅認識係冇得比。即係我舉個簡單例子，譬如好似香港有個刊物叫《夏爾冠真》，其實係講到關於日本被扣關，陪你擺個男隊喺度，然後俾一年時間你 consider 開唔開關，呢一啲咁同中國同埋香港呢邊咁緊密嘅情報咧，其實中國都唔掌握。但係日本係將成套香港嘅《夏爾冠真》當寶咁樣拎咗去日本做 primary record。咁所以其實可以睇到佢哋呢班人，即係你當諸事八卦又好咩都好，佢哋對於成個遠東嘅國際嘅形勢嘅認知，係比當時中國嗰班滿清嘅皇室貴胄，其實係嚟得更加熱心，同埋更加憧憬啊！佢更加想知道世界變成點。第二就我諗，頭先齊哥講嗰點，其實佢最重要嘅重點係日本嘅終極目標係乜嘢？即係我相信日本嘅終極目標，正如齊哥所講，並唔係清廷。而是俄國在遠東的勢力，日本怎樣去 resist 它，怎樣去保護它，所以它是不是當清廷是一個對手呢，是另一件事。但最重要的是它的終極目標，就是就算清朝是突然殺出來的一個程咬金，對它來說都不重要，它最重要的看就是長遠看俄國。所以其實如果我們說話兩個戰爭可以看成是一個擴張的完成的話，其實日俄戰爭頭先阿齊哥講咗個點好重要，就係佢投放嘅力量係好得人驚，兩邊加埋100万人。即如果我哋講緊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其實日俄戰爭係呢個世界歷史上最恐怖嘅戰爭。而所有新式嘅軍備抌曬落去，然後所有新式嘅兵種抌曬落去，新兵器、新兵種、新思維，然後好勁，兩邊加埋100万人喺中國嘅領土上面打過嚟死我，所以見到一件好恐怖嘅事，係咯。即係答我哋個。前幾日開會講，20年代已經有幫廣督剪過頭髮的理髮師，其實是日本間諜。是日本間諜。你點會去玩出嚟？20年代不夠去玩。你已經佢不放你做眼內，唔代表唔打你啊嘛！即係佢，你明唔香港咁，佢梗係唔放香港做眼內啦。你英國嘅嘢咁佢擺到好後啊！20年代英日都仲同盟緊。咁佢已經間諜你個港督咯，剪頭髮嗰個人係日本間諜。即係所以我哋其實頭先講緊，唔係話特別要將日本擁到話哇好神化好勁，而係佢哋喺成個大陸政策嘅推動入面，其實佢哋有好多嘅細節。
係遠的確遠超我哋當時中國嘅想像，唔同次元，係啊，唔同次元，係啊，咁明白。好，有另一個觀眾咧，都係問關於甲午戰爭嘅問題。咁喺甲午戰爭同埋日俄戰爭裏邊咧，清朝同俄國嘅艦隊都曾經咧係堅守要塞不出嘅。咁其實係咪受到存在艦隊嘅思想影響啊？定係寧願保留實力咧？係咪應該兩種都有？兩種思維係都有嘅。咁但係我就係想講咧，就係譬如喺甲午戰爭期間咧，好多中國嘅管大啊，嗰啲艦長咧，就俾人批評就唔係好敢打仗。嗯。啊，即係協戰或者係棄戰啊，咁啊，但係佢哋咧有一樣嘢係堅持，點都係帶住戰艦走啊。咁啊，即係寧願離開嘅戰場，寧願嗰場戰役係打輸，都要保住嘅戰艦。原因就係咧，即係我哋睇下李鴻章咧喺甲午戰爭期間咧，佢要買新軍艦嗰種困難，即係起隻戰艦原來係好昂貴並且係好費事的一樣嘢。咁啊，再加上個戰艦係可以同你嘅艦隊融入，同已有嘅艦隻可以去配搭咧，係需要好長期嘅訓練。即係你損失呢隻戰艦，意味住你個整體戰力咧係可能係，譬如你得八隻戰艦。你每一隻就可能唔止冇咗百分一咁多，即可能仲更多。咁係啊，所以個保住戰艦係好重要嘅一個概念。保住戰艦去第二次世界大戰咧，都仲係咁樣嘅。即我都有講馬來亞海戰啦，即兩架戰艦冇咗，一個月都話：咦，亞洲冇，我哋太平洋已經冇戰艦啦，係嘛？咁我哋話偷襲珍珠港，佢都帶俾日本嘅一個所謂整體嘅優勢，差唔多去到九個月。咁中途島海戰，日本嘅航空母艦四架航空母艦沉沒。其實已經代表住整個海戰的即係扭轉啦，轉其實已經冇得打噶啦咁樣。咁所以你可以理解嘅，即係其實就係打一次關鍵嘅戰爭，就係打個幾下嘅啫。咁所以保住架戰艦嘅話咧，係好重要。咁而嗰啲戰艦譬如去到二戰咁樣啦，嗰啲戰艦就算重傷都好啦，佢收你一翻嘅話咧，佢仲可以喺。有陣時候可能幾日啊，中途島之前美軍有陣幾日就可以整得翻，勉強可以浮到，可以繼續同你玩。咁但係如果沉咗咧，就冇噶啦。咁所以呢啲嘅問題就係海軍係真係有啲唔同嘅，唔好用陸軍嗰啲話，我同你殺傷戰術，我同你互片，即係嗰啲日俄戰爭嗰啲彈啊嘛，係啊，即係神風咁車隊都係空軍炸落去啫。所以日本神風係好癲咯，係啊，好癲，好癲咯，即係攞一個機師一個冷機，犧牲一條命撞你一隻戰艦。即係一件好啊！我睇個紀錄片就可能可以都幾回應到呢位觀眾朋友提嗰樣。有一套紀錄片叫做Horror in the East 啊，係一個 BBC 拍嘅啫，講一個二次大戰日本嘅嗰啲軍事罪行。咁其中有一個係訪問啲澳洲同埋美國有參與太平洋戰爭後期四零年代，特別係四四年之後神風特工隊嚟，佢哋而家已經係老兵嚟啦嘛。講翻神風都仲係成個身震曬。他話：佢哋聽到神風嚟，就覺得玩完嗰次，即係死神嚟。即係講緊四四年就即係菲律賓，係啊，菲律賓戰之後登陸嘅海戰。係啊，即係最大規模嘅神風襲擊，其實係太平洋嘅嗰啲西方嘅嗰啲軍事喺海軍上面服役嘅士兵，講到今日仍然係好驚。即係可以睇到，其實頭先兩位提到海軍係重要嘅資產，即係好似馬公講，馬公講得最重要一點好重要，就係海軍係高科技兵種。其實它是用錢砌出嚟，簡單嚟講。所以如果一隻戰艦沉，那個損傷是很大。咁你而家今時都係美國的航空母艦戰鬥群，都係講緊嗰幾隻啫。即係你少咗一隻，其實已經真係好大件事啊。所以其實一隻不可少嘅。所以正話齊兄都有講到，即係保住戰艦其實是海軍重要素養嚟啊。我覺得都幾有道理。即係唔係冇用嘅佢哋。係啊，喺十九世紀末係。其實我哋都仲有好多好多嘅問題，不過咧就因為時間嘅關係啦，我哋就問到呢度啦。咁我哋再一次多謝今日三位嘅講者啦，亦都好多謝咧先前我哋近代東亞海洋海事網上對談系列嘅出席過嘅講者嘅。咁如果大家咧對我哋今次嘅系列咧想重温翻咧，都歡迎你哋嚟到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裏邊咧嘅重温翻以上嘅節目嘅。咁我哋都直賣一賣廣告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六同一個時間咧，我哋就會有一個新嘅網上考察嘅系列㗎。咁我哋邀請到講者咧帶我哋九龍城咧去認識入清代嘅海防歷史嘅。咁我哋下個禮拜同樣嘅時間咧，再同大家見面啦。好啦，拜拜。拜拜。